因为像讲咱台湾的一个水准啦，吼，就是讲，因为咱污水无做嘛，吼，所以伫咱的这个一挂大街小巷，吼，就是拢会有遮的臭味啦。啊，这个呢，就是讲，咱无法度去发展这个，吼，你讲今仔一个先进的国家，吼，一个进步的城市，哦，应该就无遮个问题嘛，吼。是。啊，因为咱的政府，咱拢常在讲吼，千错万错拢是市民的错嘛，哦。我要请教你吼，从这个污水下水道无做是政府的责任，还是市民的责任嘛？这个污水下水道当然是政府的公共设施的一部分啦，所以我想大部分是要政府来负担这个推动改革。所以咱的政府，咱基本的环境卫生，你都根本恁都无做嘛。啊，你当咱政府家己的环境卫生无做的时阵，咱要安怎有迄个立场去要求咱市民的环境卫生啊？对不？哦，咁是安尼。所以人一个国家，伫几啊百当前，欧美的国家，吼，人伫几啊百当前，人就有这个，污水下水道、雨水含污水分开的这款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建设嘛，吼。这个局长像讲欧洲国家，迄、那个咱常在讲啊，这个外国的历史，吼。因外久进前，伊就这个污水下水道啊。那是伦敦甲巴黎哈，差不多拢伫300年前就开始做，但是伊阵啊嘛是河流制的，伊阵啊并无做甲分流。所以人300年前人就已经做污水下水道啊嘛，人就知影讲，因为咱人会制造污秽、制造垃圾嘛吼，所以人伫300年前，人因就爱啊环境卫生，人因就知影讲这个爱做、爱处理嘛。结果你啊看，咱到今仔日的时阵，啊，咱还当伫咧做遮个污水的一个处理，所以有当时啊吼，咱伫这个社区内底，吼，伫这个咱的一个公共场所内底，有当时啊，就会有遮个一挂臭味嘛，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咱的政府啦，吼，因为咱家己，咱就爱检讨啦，吼，咱就爱做好势啦。所以，即马咱台南市的污水的接公路偌济啊？咱即马是23.1，十三点几呢？23，吼。但是23.几吼，咱即个真济是还过即个用截流站嘛？迄个部分是无算截流站的部分。迄个部分是纯用户接管的户数，无算截流站。那挂截流站哪算落去咧？那挂截流站，那应该有将近40%的即个处理率啦。将近40%，是哦。啊，这个台北差不多偌济啊？台北伊个账面上是交100%啦，哈。啊，实际上因为也是算户数计算的那个公式的关系，实际上超70%比较80%。啊，高雄，啊，算咱高雄超那实际上超50%。50%，是。所以咱若是要真做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啦，哈，这个污水啊，这个一定要彻底做一个处理啦，哈，因为今仔日咱甲一挂废水、一挂污水，咱拢甲排落去这个运河内底、海内底，这个当然这个污染咱的环境嘛，哈，这个咱爱搁再加强啦，当然，这个咱大家做报告，就是讲过去咱台湾。当然起步较慢啦，哈。啊，第二就是过去台湾迄阵那边出电污水处理厂用地，哈，在各地都遇到抗争。啊，渐渐起码民智渐渐的接受，啊，所以渐渐这几年有较顺利在执行。因为哈，因为你像讲咱节温嘛，哈，你讲即马咱台南市咱嘛无节温嘛，啊，你无节温，你要安那甲人讲咱是一个先进的城市，无可能的代志嘛。啊，你当初时你根本你就无去，哈。我咧讲，人伫日本的时代、日治的时代，吼、人伊的即个五分啊车，吼、即个载甘载糖的，即个载甘蔗的即个火车，吼、像讲即个糖厂，
每一个鄉鎮，吼，伊差不多攏有一个糖廠，吼。較早咱台灣有一句話講，第一戇啦，吼，啊，正甘蔗回社崩啦，哦，人伊的即个五分啊车，就是要正做咱的捷运啦，是，吼，人伊的五，吼，迄阵咱正侪拢是坐五分啊车去上班嘛，伊嘛会当载甘蔗，伊嘛会当载人嘛，哦，结果咱一挂即个铁路，哦，即五分啊车的铁路，即个要做捷运的即个铁路，咱规个甲拆了了啊。所以才会造成今仔台湾的交通大乱嘛，哦，怎啊个，我颠倒退步倒去到，哦，一个无捷运的、无轻轨电车的一个城市嘛，哦，啊，其实，伫几百当前的时阵，啊，人就已经拢甲咱设计好势啊嘛，拢甲咱规划好势啊嘛，哦，是因为恁内港拆掉的嘛，对无？所以，迄、那个污水有那是共款啦，吼、哦。啊，迄、那个我请教你，你像讲咱今年吼，像旧年的时阵，咱的污水的这个经费，是，咱做污水下水道的这个经费偌济？咱差不多有12亿，12亿，啊，这个是拢中央的啦，哈。有92%是中央补助，好、哦，这个12亿啦，哈。是。迄、那个，这个12亿吼，所以啊，咱今年呢，今年嘛，差不多十。大概12-13亿这个规模，拢差12-13亿啦，哈。是，啊，每年拢差不多这个，啊，一部分是营建署替咱代办施工。哦，所以这个污水下水道吼，这个咱得爱搁再加强，吼，咱得爱画一挂这个较歹施工的吼，因为你讲你土地取得，哦，你过去的时阵，你得好取得的时候，你得无要做啊。哦，当初是咱啊咧做这个道路的时阵，咱啊咧动画的时阵。哦，啊是讲，这个咱若咧做一条道路的时阵，其实咱就拢会当，吼、哦，甲这个污水下水道，咱就拢会当甲做起来嘛。嗯。哦，啊是讲，咱就会当甲这个污水处理厂，咱就会当甲规划好势，设计好势嘛。是因为咱头啊无做，所以后来的时阵，咱才会拄到矿金嘛。哦。因为大家对这个污水吼、哦，总是，绝对唔是讲一个讲，吼、哦，那阵啊讲像讲遐尼好啊。吼、哦，污水绝对是有味嘛，吼、哦，所以这个是因为咱无做，吼、哦，所以才会造成这个这个问题，吼、哦。所以这个部分呐、啊，啊，即马你像讲咱目前咱迄个污水处理厂，咱有几个污水处理厂即马在进行。是，咱现主是现有的污水厂有4个地方在操作了，在运作，包括安平、后尾寮、花店啊、甲柳营，啊，即马当咧施工中咧新兴建的林德。因这已经完成，啊，即马正咧气运转，啊，加迄个安南区嘛正咧气运转，吼，啊，永康遮正咧建设，吼、哦，迄、那个永康较当要起尔啦，才开始尔，啊，你像林德遮已经起好啊，已经咧运转了，吼、哦，啊，即马伊若运转正常，咱预计5月底要达启用，啊，启用了，迄个林德市区的用户接管就会使。迄个大力的展开。啊，即马咱感觉有几个预定吼，就是讲要做的，是，感觉有几个预定要做的。包括咱迄、那个咱台南市东区，吼、欸，啊，加部分的南区，咱拢要达扭对林德，林德迄个厂。即马就怎啊？迄、那个就是林德吼，诶、喔，即个污水处理厂、啊。啊，咱遐会达扩大，在地扩大，啊，来取代迄个原理。迄、那个场所，迄、那个就是拢加纳入去即个林德即个所在啦，吼。啊，这是关系合并了，吼、嗯，迄、那个才有即个契机啦。嘿嘿合并了，咱因为咱啊合并的厂，第一个操作比较经济，嗯嗯，啊嘛节省工棚啊嘞。所以吼、哦，即、這个伫日本时代啦，吼、哦。是。当时啊，真侪人会讲啊，奇怪啊，你看诶，吼、哦，那阵啊讲，哦，我拢去俄罗日本啦，吼、哦。当然，即个有歹诶，咱嘛是爱讲啦，但是有好诶，咱有哪会讲啦。即、这个当初是个台南州的，包括分家人嘛，局、哦、长对无？你敢知啊？我了解，你了解嘛吼、哦？所以人当初是日本人，伊在咧规划这个行政区域，哦，这个台南州啊，伊是5000几平方公里咧，哦，啊140几万的人口咧，哦，爱甲十个郡尔咧。所以人伊个即个行政区域吼，人伊是真简单嘛。啊，像你讲个讲，因为咱县市合并，咱只会当。所以你讲合并有啥物好处？当然合并就是讲三角米煮有饭嘛。哦，你即个资源容易整合嘛。是。哦，你若当初是像日本时代分家南安尼，即个更加佫较效率啦。结果恁共改甲规。
李局长，迄、那个我文清遐咧要伊诶吼，你著爱甲配合一下，啊协助一下吼。迄、那个迄、那个国国文议员吼，新官诶吼伫遮啦，即报纸也报，啊恁两个也未报。我会做兵。所以吼、哦，伊吼伊无变，伊无变过，啊恁也够变过。无啦，我会做兵。是讲未啦，是讲未啦吼。就是啊，算过卖安尼开来开去啦，啊先十秒钟许扣掉袂使。啊、首先、哦、我先恭喜咱的五副市长啦，哈，啊，甲咱的李秘书长啦，哈，啊，我要来请教李秘书长、局长，哈，啊，一个拄只吼，迄、那个，咱我首先要来感谢啦，哈，因为我长久以来拢是公务委员会啦，哈，啊，是即届做宗教甲调过财经委员会，那因为过去我的选举区，特别是永康的一寡基础建设吼不足，啊，我感觉哩公务委员会是做意义，是为了选区的需求在定啦，吼。你选举的需求中吼，啊，治水的部分吼，局长实在是做甲吼，让大家有够娱乐吼。啊，另外呢，包括你 CF 干线的部分呢，嘛，咱争取甲非常的济啦吼。假如我代表阮的选民，代你感谢吼。啊，今仔你来当荣升，我相信是市长诶干功啊，对你一个肯定啦吼。那除了安尼以外吼，当然拄只啊，咱李文正议员有提起的有一项，我本人嘛非常关心的，就是污水下水道的问题。虽然咱已经争取到。孤身规模嘛相当的大，但是时间的日期吼实在太久长了。总阿强爱十六档吼，我是感觉讲吼，迄、那个距离局长我想你家吼，阮是剩无几工的议员通做啦吼，想要最后台恳求甲拜托一下啦吼。咁咪当将来吼本党执政的时阵吼，佮重新启动吼这个讨论协商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工期吼缩短？否则的话，现在吼因空已经四界拢乌黑。深圳含上迄款迄类嘅工程吼，听讲你是用浅盾的方式，挖到七八楼深嘛吼，啊围起来，迄唔然围到当时，起个大拢会浮掉安尼啦。像这工期来当缩减吼，缩到八档吼，你看这个可能性如何？是，跟议员报告哈，就是讲，那是这个是考虑大概有两个部分啦哈，就是讲，那要缩到到八档吼，因为咱因空这个系统。导足超100多亿，对对对，所以如果说要缩短到8年，大概有几个因素要能够克服，第一就是讲政府的经费我都变的，等于讲迄个 double 预算规模怎么 double 处理嘛，主要是钱嘛，会排挤到其他的其他的系统的预算呐、啊，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执行的那个人力啊，因为咱即马运空有一半是迄个咱营建署替咱代办。啊、所以营建署目前的人力，可是局长不觉得时间太长了吗？这个其实我以前在议事上也有跟你讨论过嘛，对不对？这个我们你根本当尽量按时间上缩短，16档呢，嘿，16档是足久长的。最近不啊，阮这样离永康说离遐定定离遐生活的人，爱面对16档之久呢，根本当拜托你按这件代志放你心内，吼、哦，当作你秘书长就职了第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在进行，敢袂使？好、哦，本身最后代你拜托甲困求啦，吼，嘿，因为议员都袂当做啊，加当用拜托个尔，嘿，感谢啦吼，请坐。啊，另外我嘛要来拜托吼，咱的未来的这个副市长、吴副市长吼，咱的吴局长啦吼。吴局长，你咱这样是大安交流道吼，我看迄路型拢出来，南下路型拢出来，就你所了解，差不多当时当通车。那个六月份。六月份是六月初啊，六月底啊。我们是希望六月初啊，但是完成它还要那个。是啊，给一个。就是勘查，勘查通过才可以通车。好，勘查之后就原则上也是希望六月初的时候能够通车了哈。那因为大湾交流道它必然是会引起一些的车潮，哈，在那边上下嘛，哈。那车潮增加的情况底下，目前我们整个交通系统只有大湾东路有拓宽而已，沿边的包括大湾五街的拓宽案，是不是能够拓宽到15米？或者北边的这一个哦侧车道，以及忠孝路往南延伸接那个裕忠路的这个部分哦，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动呢，局长，这怎么办呢、啊？跟国议员报告哈、哦，这个市长非常重视哈、哦，国议员提的那个周边的道路开辟。那现在因为如果永康交流道那个部分要到棒球村，对，那一条20米要。拓宽成40米，那一段是已经有设计经费，那中央我们会去争取，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有用气燃会，有气燃会可以租用。那是22亿哦、喔。我知道，对。气燃会22亿哦、喔，那是刚我做财经委员会召集人的时候，我有替你赞声哦。你唔知道有听到无？我叫知啊，迄条件袂当后背来用哦、喔。对，好，那把后段先打通，然后前段这个部分都要如果设计过，我会再跟市长建议，看看周边的道路系统要怎么全部去整合。因为如果说后段那个40米打通，永安街，就是从你讲是那两个桥的设计啦，现在都已经在设计了。对，我知道那个都已经在设计，那两个桥都有在设计了，包括道路都在设计。那包括道路的部分，其实它是跟那个从化区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但是那个从化区，但是那个部分是属于往长河路的部分啦。那本席在就教于你的是整个大湾交流道的部分。因为你如果后段那能够通，前段这一边因为都计划如果做出来，你说中山南路往北这一段，对，做出来的话就接过去，那就是可以一路通过去了。对。好，这样子，你不然的话，你整住到永康。可是问题都发的速度很慢啊，都计也袂过啊，连清楚景也无让清楚啊。那我回去跟拜托。你得吴新修哥来吹起来啦，然后周边还有很多许多的道路就多啦，应该是事先规划了。事先规划，而且那个局长，你现在要高升成副市长，你刚好可以统合各单位哈，来好好的看一下嘞，对不对？然后规划一下，好不？因公因考所愈来愈侪，这点吼，主席本席里讲嘛，拜托你了哈，拜托你吼，继续大方关心一下啦哈。啊，另外哈、谢谢，恭喜那个国副处长。哎呀，不来，我这边的尔啦，我们当时就听我啊嘛，我顶嘿。然后另外一个哈，那外环道哈，咱一级过嘛，你这样进出二级嘛，你甲市中进出二级嘛，啊，二级迄嘛无声无衰呢。马伯的叮当嘞，40几马伯的叮当嘞。有，这一次我们去征集环境影响评估，要做到安平。这个环境影响评估2亿7000多万可能会过。你做到安平的哪里？能不能给本席一份啊、在我退伍之前啊，可以，我就规划。我想要知道一下你每次的，因为我看到的计划都是到那个太平桥呢啊，你拢到安平，我奇怪，我咧想无咧想那到安平的汽车大桥。可是你到安平的话，那个环评跟你现在这个施工有连结关系吗？当然有连结，就是说你现在做到要全线的环评通过，你才能动吗？台江大道再来就要做到你讲的那个太平桥，再过来就要做到安平。哦，你是从那一头坐过来的？从永康那边坐过来。哎，对，安来哦。那这样子啊，那个吴局长。那除了安尼，这条路线是其实是非常关键啦，迄个对第一线的这个小套吼，真重要啦吼。啊，所以这点吼，本身你讲吼，嘛在你拜托一下吼，你来讲吼，看这个永安路20米在遐40米，啊，未来匝道为长河路加来吼，啊，规个这个动线吼，速度会当较慢吼，你整个北线的人拢相当的关心。我相信你台顶的主席吼，清华兄嘛，伊嘛足关心嘛，因为迄个。安南区甲永康的交界，大家拢用得到啦吼。那另外一个部分吼，啊，本身你遮嘛真感谢吼。我过去公务委员会内底，阮一般吼较细条的道路吼，不管是南台街75巷，还是吼信和路288巷，即个拓宽工程吼，拢是伫局长甲市长大力协调之下吼，让居民吼有个跨的路会当行，交通安全，交通便利。本身你遮趁这个机会来感谢吼，感谢你那阵的收听甲支持。啊，当然你嘛毋是停安尼尔，佮包括咱东桥的时阵，我争取两个公园吼，啊，咱2122你拢有争取啦，你拢倒支持啦吼，拄啊2000万。但是2122我拄啊感谢伊，我嘛是点爱来建议啦吼，就讲咱的这个公园吼，开票当然较少，不过汉地几时有开票吼？顶头的儿童用玩具吼，拢上贵吼，固定化，像灌模啊。嘿，啊，灌木啊，看起来就生硬的安尼啦。啊，树啊，阁袂大长。啊，一寡公园内，当讲你要先开辟者来讲，咱免去定在买树啊栽。咱足侪人咧讲树啊要刷去倒位，刷去倒位去，你着定落起來，不管是啥物树项吼，乃当移刷的吼，会当好，会当有一个树荫，会当休困的。我感觉恁会当做一个统计啦，嘿。局长，这个我可能做几个概念。这个是树木银行的观念呐、啊。对，树木银行概念呐、啊。平常，啊，您都不管你。树木，但是这个可能要速度的土地，哦，那把那个老树如果不要的先迁到那边移植，然后需要在道路开辟或公园开辟就可以。以前咱中卫区这样贵矮嘛，佮炮号嘛，吼，佮贵矮，迄拢嘛是挂树啊里遐。对。因为咱像咱平时园区的树木95%、95%都保留。
我知道他95% 是保留没有错，然后也是因为这些树的问题，他整个工程有所延宕嘛。所以像平时公园如果做好的话，就像森林公园。对，我知道这个是很好没有错，但是有一些我们新开辟的这些公园出来的时候，不管那游乐器材也好，不要那么固定化，不要那么僵化，还设计吼拢是做上死板啊啦，真正。有，这个吴市长、李市长，这个委员吼，会当予阮主席吼看中吼，高兴吼，首先伫这个委员吼，这个恭喜啦吼。啊，做议员的人来吼，总是要离开这个地方吼，啊，过去咧对地方吼，这个争取的物件，伊今仔日吼特别搁半时间留来遮吼。表示负责任啦吼，啊，拜托恁两个局长吼，甲伊协助一下。我伫安南区啦，我无咧顾议会，啊，无咧顾市府啦，所以恁安那，你敢那一个要升迄个副市长，啊，一个要升秘书长吼，我这草地人拢唔知影，啊伫遮吼啊，迄个国务院安尼咧讲吼，安尼我咧想应该是有影款啦吼，好啦，要来，好，感谢吼，啊，这個。贵议员的这地方的建设吼，啊，麻烦这吴市长啊，甲李市长啦吼，来下一个发言，洪义翁议员，洪义翁议员，洪义翁议员，来下一个发言，王家珍议员，王家珍议员，王家珍议员，来下一个发言，那个谭碧娥议员，哎，时间五分钟。那个洪姐，你若要讲，哦，安尼哦，安尼袂，稍等一下吼，潘姐哈，潘姐。不要紧啦，不要紧。好，谢谢主席哈。那个吴局长，啊，副市长啦哈。现在本身吼，家己即阵即个对岸街吼，二号到十四号吼，老实讲吼，因咧立落去十五公分啦。离黄端20公分只有5公分尔尔，哦，所以伊嘛是算讲哦，足严重吼，等于甲黄端差不多啦。所以吼，我是希望讲吼，局长，是不是哦，这个特事特办呐？对，哦，对，那是不是比照黄丹安尼吼，改因吼，倒三讲者呀？哦，啊，若无吼，咱过来回看者。跟唐岩报告了哈。嘛，会变作讲吼，咱台南市这个灾难的孤岛呢，可以定立呢。跟唐远报告吼，基本上红黄单的判定标准是国家的法令啊。那我刚才已经报告过了，就说如果是用那个示范区意外的示范区那一条监会的话，这是专案补助哦，就比较能够。好啦，不容易掉啦，好不好？好，然后来副局长，请坐，落座。我说得苦了塞。李局长，秘书长啦哈，啊，咱的副局长哈，其实啦哈，很宛如啦哈，当初昨天有很多的女性团体到民进党中央党部去抗议，说我们小英总统没有重视女性。女性的阁员只有4位，温修是最后一位，甲彭婉如见面的人。所以当时我咧甲彭婉如咧聊天的时阵，咧讲伊的理念的时阵，彭婉如其实不是说在于性别啦，哦，彭婉如是在推动说女性的职场啊，女性要有自主权呐，啊。彭婉如。所追求的是用人为才，不分性别。彭婉如追求的、推动的是有管道可以升迁。副局长，李局长，您感觉呢？副局长，副市长，吴副市长，
所以，分析伫遮，讲出彭婉如为甚物提出彭婉如四分之一条款，也意义是伫遮啦，而不是说哦，基于你在男性或是女性。跟唐也报告了哈，其实像我们会计人士是永远是女性，政工是将来是女性，将来我们的建管科啦，或者是公安科也可能说女性，哦是没有。是因为依照他的那个技术才能啊，哦，去分工，不要说分男女啦，哦，他有那个能力就可以担当，用这样会比较，不要说，啊，一定要扣一男性或扣一女性，对，不需要这样。对了，所以本席了解彭婉如，他在推动这个彭婉如四分之一条款，哦，他的意义、他的目标、他的目的。不是狭窄在说哦，女性要占多少比例，而是他认为说要有正常的管道，升迁的管道，哦，我们拔擢优秀的女性，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哦，也鼓励他们，也肯定他们，也给他们士气，不分性别，只要是优秀的女性。你都有正式升迁的管道，你都可以当到科长，甚至大队长，甚至局长。哦，我希望说，我们副市长跟那个秘书长，哦，吴局长，今嘛李局长，哦，我希望讲，恁升迁了后，哦，希望讲会当奔着这个目标，这个精神。来去推动，这样才是真正的落实彭婉如当初提出的彭婉如四分之一条款的意义。秘书长，你感觉分析官呢？是你觉得怎么样？非常的认同，确实是应该是以用人为才，那么有合理的升迁管道，那也不没有性别上的一个歧视，这个样公平的环境为目标。对呀、啊，所以说不要说让女性。他非常优秀，但是让他觉得说他被歧视，哦，或是说，我们是以男性，哦，为优先，哦，我觉得不要这样，哦，我相信这也是不是彭婉如当初所提出的彭婉如四分之一条款，他的目标跟他的意义跟他的精神呐、啊，哦，那在这边也向哦我们即将高升的哦副市长吴副市长跟我们。李秘书长，我们府内有优秀的女性，哦，能够来拔擢，哦，让他们有这个管道可以升迁，好不好？好、哦，谢谢啊，好，辛苦了，謝謝也恭喜啊哈。感谢唐议员哦，来下一个发言，庄秘书议员，庄秘书议员，庄秘书议员，来第二个发言，李文生议员，时间五分钟。好，一种一个李局长哈，我请教你，像讲咱今嘛呢，一个台南市差不多个几个所在的饮水啊。是，现主席应该就是讲，一个饮水是大部分拢有改善啦，哈啊，但是海边啊遐有真侪所在，就是讲呐，它潮位比较高涨的时候，它的这个河川的护岸还是比较脆弱，有议题的方向。我跟你讲，你讲到这哈，你讲海墘啊，河川比较护岸比较脆弱了哈。所以我感觉讲，这就是讲，这个中国政府跟日本政府的差别在这个所在啦。所以你讲海墘啊，其实海墘啊是无可能会淹水啦。局长，啊，即卖咱个海墘啊，一个足严重个问题，就是讲规个拢怎啊水泥化啦。所以台湾要安那去发展观光呢，无可能个代志嘛，对不？局长，即个海墘啊，吼，伊应该是一个真水个一个海岸线，一个迄个海沙，会当去遐呢，迄个吼生水个一个清水个环境嘛。是，
所以我现在在问你说，那个台南市到底现在还有几个地方淹水，因为我对那个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对这个治水的这个部分呢，我是相当的这个我是相当有意见啦，我是感觉讲，有当时啊，咱是有那提钱开讨角啦，有那结果，咱即马一个问题拄到的上大，就是安那呢？就是讲，咱甲咱的这个自然的河川、自然的景色，怎啊甲水泥化啦？因为我每一届我那驶对滨海公路经过的时阵，我那看到迄个嘉南大圳。还是讲海尾大白，还是讲高雄啊大白，吼，温仁寮大白。我若看到遐个大白，去予咱政府用即个水泥阿门土，啊，怎啊贵个，怎啊甲做硬体起来的时阵啊，我对遐过，我每一间我心就是咧流血啦，吼。是安怎一个遮尔自然的即个河川，遮尔水的即个河川，吼？有自然生态，这个河川，吼、哦，伊有这个食物，吼、哦，是安那咱要改水泥化，哦，这个赛事有当时啊，吼，我感觉我相当相当的这个痛心啦，这个局长这个部分，吼、哦，当然这个话无一定是咱市政府做的，话真侪是这个水利署做的，吼、哦，迄、那个我请问局长，你有那是一个水利的专的，迄个专家嘛，吼、哦，水利工程的这个专家。我去到荷兰的时阵，哦，我想你嘛是有去，哦，世界先进国家学这水利工程嘛。荷兰的三分之一是填海造陆咧，结果的时阵，人伊嘛无把伊的这河川的这岸，甲用水泥做嘛，伊嘛是拢自然的嘛吼。所以，迄个局长，我你对这个看法，我请教你一下。是，跟议员报告哈，就是讲。咱嘛是感觉，其实河川整治也是海岸的整治，爱因地制宜啦，吼。啊，原则上，而且要维护它的景观跟生态的自然。你敢有赞成讲，伫这个咱的河川，啊，你甲用这个阿门土来甲做来甲空，啊，是讲伫海岸的中间。是。你啊看像黄金海岸，迄阵我那咧甲你讲嘛，吼。是。啊、你讲这是河川署嘛？但我知影有一部分嘛是咱台南市做的嘛。伫这个黄金海岸嘛。迄、那个那是，即马海岸迄个看台哈，看台的修复是咱市府做的。啊，你那遐肉粽角咧？肉粽角是六合川局。六合川局嘛。啊，你河川局含迄个咱水利署这嘛，应该拢是迄个同一个系统嘛。是，伊是所属机关啦、啊。应该咱这个地方，咱当时啊，咱嘛得爱。因为你甲做迄等于着讨家己啊嘛，啊、哦，你迄个所在，你要哪讲黄金海岸，迄、那个澳洲的黄金海岸有几个肉粽角哦，迄几个都已经着讨家己啊嘛，迄着破坏去啊嘛，哦，啊，你像讲四草的红树呐，绿色的隧道是安怎伊会当发展观光，就是。谢谢李文生议员哦，下一个发言洪一峰议员，小文杰好，谢谢。公务员，文杰啊，你也提出来写，我会甲你联署。唔是迄落地轨河川局做，咱市内较早北干线、南干线，迄落拢空起来，迄种地方政府做，你著联署讲以后拢袂使，我一定甲你联署，你免烦恼。我那是叫清河局长啦，因为你都还袂就新职的哈，那你目前的职位还是公务局吴局长哈。今仔媒体朋友拢安尼甲我讲啊，吼，讲我这个厝会当借人生计啊，你感觉呐？早起我一个甲你问尔，哇，无偌久的时间，市政会议就随公布啊，吼，啊，所以，因讲吼，以为你的厝会当借人生计啊，安尼是到底是好诶，还是倒诶，我都唔知影。不哩个，除了甲你恭喜以外啦，因为我看，就是讲，市长如果若是要落选，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就是你最合适啦。啊，唔过咧。咱知影讲，今仔这个大风吹啦，不是只有你哈、哦，除了吴局长以外，李局长还有林局长哈、哦，三个人嘛，地震局有哪有嘛？好、哦，这样子一个大风吹啦哈、哦，大风吹了之后，那你距离下你们要接新工作的时间只剩下半个月，你后边恁算敢算啊？
有哪要去外口招人才，还是要对内底，互恁内底后后壁伫遐偷笑遐人有机会通去升起来啊？跟同仁报告吼，你问政都很有内容啊，所以你讲话都很灵啊。那你们改否？另外就说，因为接任的人，市长有在考量啊，也有在考量。那可能那就是不限定局府内生啦，哈，有可能也是对外借将啊。应该比较不会，因为这个内阁的任期不长啦。啊，很难预料哈。对。其实是安尼啦，因为恁这三块拢是真专业的，要有专业背景啦。哦，啊，你讲迄、那个，你说伫过渡时期，啊，你用一个阿萨布鲁的来甲坑掂迄个位，虽然迄个位有人通去签公文，但是无。发多发挥一关一位功能，安尼就感觉真可惜。那如果说到了只剩下半个月的时间啦，吼，万一那是讲伫这三个专业的单位内底找无适当的人选来担任局长，那就觉得我们府内要升的话，有可能是有一些资格上的限制。局长，您敢每个再继续待？你敢每年一份薪水做两个工作？跟宏远报告，应该这个比较不符合市长用人的理念。哦，啊，若无安尼，就真无彩啊呢！啊，就两个一两个工课本来当两个人做，啊，结果到尾啊，因为找无适当的人选，啊，佫叫你兼干部局长，安尼又足委屈你，啊，佫叫李局长佫兼水利局长，安尼嘛无意思啊！啊，林局长佫兼你迄落地政局长，安尼无啥意思。但是有很多人，有些人是跟你们叫好，不过也有很多人帮你们叫屈啊！你们怎样？很多人觉得说。哎，伫这个局长的空的位呢，会当发挥你的想法、你的做法啦，吼，较实际。但是毕竟你做去高升了后呢，不管是有诶，除了李局长迄落秘书长会当实务的工课做较侪以外啦，有可能你副市长是督导的角色啊，副秘书长迄个嘛是比较徛伫较幕僚的角色啊。那这样子是不是对我们 这三位局长来讲是变成是明升暗降呢？这应该是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啦，因为市政都是一体的啦。哎，这个不管哪一个局次哈，我们都会互相照应啦。哦，你有那无啥感应啊？你会做满吗？做满什么？做满任期呀、啊？做满什么？哦、没有，这个政务官的任期是市长在。市长决定的。那如果以我们的判断呢、啊？哈。您市长任期可能剩七个多月而已。嗯，这个可能要问市长，应该还有两年多呢。应该只剩下七个多月了，哈。就是说，到了我们十二月二十五号就职满两年，依我们常情判断，就是讲，今麦中央政府的阁揆也会换人呐，哈。诶，对世里面哇，对世胆呢。哦、所以他的子弟兵有些都已经循着这一条线先去考位，议员就放弃啊，我就要来中央啊，因为阮老大已经伫迄落十二月二五以后就去中央啊，所以他们先去考位了啊。阮判断就是讲，包括赖市长也好啦，陈局市长也好，陈局就是十二月二五以后的阁揆啊。那赖市长呢，有可能十二月二十五号以后就不是台南市的市长。那这个任期还剩下七个多月，七个多月，我不敢说你们这个是您台南企业内阁是一个看守内阁，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子，因为看守内阁就是不要出错就好了，根本就不要做事啊。那如果说你只要不出错啊，不做事的话，对我们台南人来讲，你敢占遐位，无要做工课，安尼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损失啦。跟侯友报告应该不会啦，因为现在刚刚很多重大建设都开始花苞了。哎、开始花苞啊，所以我就担心嘛，你若找不适当的人选，哇，你就搁兼干部局长，安尼就对你真委屈啦，你。不会不会，每一个同仁都非常优秀。局长，你这里不要讲外交辞令嘛，对，嘿，我们都很了解你的个性嘛，而且我们也觉得说，如果你高升了之后，结果反而。甲你白卡白手，比如说讲，你无权啊，你干那负责督导的尔，你免哪去养指挥啦？啊，万一后壁来甲你接的迄个专业性能力，还阁对你袂对的，对台南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的损失。而且我们也看到啊，到底是这一次的
内阁呢，中央内阁，伊是因为真正讲位伤济，人伤少，找无人，所以拢着爱来地方照将，也是讲真正要栽培地方的人啦，吼。阮是看无啦，有些人是觉得说这个过度的，他的时间不会很久，所以整个内阁名单公布之后，社会各界认为里里啦啦，2266啦，里里啦啦啊。那另外一种呢，是认为说，哎，这是不是执政党借着这个新内阁就任的这个机会，做一个派系的大扫除啦？那是他们家的事，跟我们所有民众没有关系。只有在争位置的人才有受影响，对于我们一般民众是没有影响的。所以我们是烦恼，烦恼讲，哎，如果赖市长如果真正亲像外传的，他的任期只剩下7个多月的话，那我们今天大风吹这样子，把3个非常专业的局长做了一些工作上的调整，虽然看起来是要借用恁的能力甲恁革新，但是我会担心讲，这是足专业性的这个工作，如果来的人吼，啊，若无够专业，哎，安尼是毋是有奈会互阮烦恼啊？而且以那个赖市长的任期以及他用人的个性，我相信有要去外县市借人，有真侪人无啥会来，啊嘛无啥敢来。第一，伊的任期无够长嘛，无啥保障嘛；第二，伊的人无啥好相处嘛。啊，唔知换秘书长了后，迄、那个新的秘书长虽然看起来温文儒雅，唔知作风会较刁正啊未啊？有些在我们本地的子弟在外县市就职的，他们反而不太敢回来啊。不太敢回来台南啊，那对我们公务系统来讲，不是很可惜吗？所以，人讲诶，讲士为知己者死啦，啊、哦，士为知己者死。今仔日中官老赏赏识我，那我做甲死我嘛甘愿啊。哦，公务人员，我相信公务人员咧做工课，绝对唔是为着迄份微薄的薪水而已啦，就是要那种感觉啊，长官赏识我，能够让我发挥长才，迄是该上该重要。也当借着伊迄个职务，甲伊伫学校所读的，伊伫社会所学习的，拢会当用伫伊的工作上。安尼对你来担任这个工作，对阮的市政来讲，嘛有相辅相成的一个功能啊。那你如果说今天为了找不到人，那又不敢让局长你们继续兼那个局长的工作，那就滥竽充数，那就变成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啊。祖宗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对阮台南市来讲是真无公平呢。所以局长，你的看法咧？谢谢洪议员。其实这个每一个从政的人对这个想法都跟你一样，不可能说，这个苏贞昌他越做越后退了哈。这个其实都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想。但是我们感觉，我们升格之后，我们的市政是后退的啦。应该不会，你刚才不是夸奖说完全没有进步啊？那是你啦，你有在做工作，其他也无啊。无啦，大家嘛拢做工，其他拢办好烂啊。哎，不会啦，因为每一个同仁他已经经过这么久的训练，任何人来接都会非常顺利的。只要他，有那个积极的心态，都会把事情做好。有积极的心态啦，哈，那也是说你的主管哈，就是你北等爱较宽，对于你的剥削，对于你的剥削啦。爱有一寡包容的。哎，感谢洪立峰议员哈，来下一个发言，林彦柱议员第一轮发言哈，时间15分钟。谢谢，感谢主席哈。那个吴局长，你有喝口水了哈？好，喝口水再接再厉啦哈。先恭喜你，今天一早就知道。花布你当了副市长，那说实在，刚刚我们的同仁洪立峰已经讲了非常清楚，我们现在呢认为说今天所花布的有2位在现场，就是你跟我们的李孟燕啊，我们的李局长，现在未来也升了我们的副秘书长，你们你吴局长还有我们的李孟燕李局长，还有我们地震的林彦山林局长，你们三个是台南市的命脉，非常的专业。那刚刚呢，议员在讲的是说，他担忧你，
未来我就烦恼呢，不是单一烦恼呢，我嘛烦恼。以你的个性哦，你是一个做急性的人，而且你的工课，我讲实在，你拢讲你下骹的人吼，最厉害哦。我爱讲哦，你下骹若无你一个命令吼，全部敢那是无功能。我先来你讲，有很多事情都变成你要答应他们才敢去做。那未来我很担忧哦，敢是咱的秘书长爱去兼水利局长的工课，啊你爱去兼，你已经副市长啊，爱去兼干部叫我工课。林燕山是副秘书长，爱去把副市长爱去兼去兼，迄个啥你知影？地震叫我工课。未来我想台南市侯林来整合到大概在你的。在你在台南市当公务局长到现在，我相信一挂工课，拢做甲非常，那个民众也相当满意。在水利局局长李孟燕也让民众非常满意的整个污水的处理，包括那个什么我们的淹水的部分。那当然，在这个部分是不是说还有地震的？地震的部分是它整个整合性，地级的统测的部分。也大概说还没有告一段落，那我是希望说未来市长有听到啦，哈，是不是要来接应三个人的工作啦？必须要在你们之上，不能在你们之下。假如在你们之下，我讲啊，做犀利尔，啊，我今麦阁有咧想呢，敢会咱的迄个啥，苏副局长，你准备一下哦，无定是你先起来，哦，啊，那个水利局，或许那个。副局长，你也直接升上来哦，吼、哦！无定恁怎啊拢直接升起来做局长呢？我看是安尼，佮包括地震的直接升起来做局长啊！啊，那安尼落地啊啦吼！我台当讲，他们唔是讲咱的副局长无好，咱我们的副局长也都相当好啦。但是我是希望说，未来要走到专业性啦。啊，我嘛是要甲咱吼，迄、那个吴副市长恭喜啊！你即马做副市长啊，看未来当做市长袂啦？我是这个这个机台啦，哈，啊，讲嘛是爱讲啦，吼，来放一下泡泡云头，你看见哈，103年的事情到现在，咱的公务局啦，啊，这护栏无做啊，啊，做这三四地啦，啊，规大路拢无做啊，啊，这安尼才会通啊，啊，这灾河啊，弄歹阮的篱笆啊，啊，落来3-5米深啊，这弄。人弄了啊，是毋是损害阮的财物啊？人嘛危险，你看卖啊，那叫深。这遐深啦，啊，这护栏无做啊，啊，做这三四地啦，啊，规大路拢无做啊。好。啊，这安尼才会通啊。来，停停下，停下，放影片，应该就是它是重复了哈，来。那个吴局长哈，啊也是副市长哈，你看到这个，我恭喜在这103年的案件到现在，那打这回归得复来，那我想民众今天所的要求，他是希望在这一个地方，既然这么深5-6米深，干起来个这节的复来，免得他因为有人搬了过嘛，啊那无就是弄到伊。因为他外面恁的护栏无做，伊家己内底因的内底面还有做护栏，弄过的时阵变个呢护栏弄歹。啊，这个假如是像这样子的话，民众在那里发生车祸摔下去的话，是不是变成说我们应该要国赔？你甲看下马路包三站，咱讲实在的，该连安那的时阵，我希望这件工课，我会把服务单给你呢。我手上有好几件服务单呢。恭喜在，有电话我拢知道你最近就无用，我拢唔敢甲你查。但是我希望你们里面有一些事情，包括你未来当了副市长，我要甲你讲，我们公所的功能性，你要有待的考量。公所所接的案件，你去回看了，给公所，公所是慢慢吞吞。啊，为什么我拢想无？显然你们可以在一个月。内去完成，公所连半年或者是一年都完成不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呐、啊。所以，我希望讲，
你今天接任这个副市长，未来这些工作你一定要去落实的做了，安尼好不？这个应该还有三个礼拜嘛，哈。嗯。那个事情，会帮林议员哦做妥善的处理了哈。好，那我刚才那个我刚才这个案件，我一个礼拜会请相关的科长去看，好，有必要的话我们会来处理。好，谢谢局长。如果说你认为说，也不要说全部都我们做了哈，嗯，那如果你认为比较紧急的，我们就直接来做好了。那因为我刚刚讲的是说，你接下来也担任台南市的副市长了，那我希望说在公所的部分哦，真正要调进起来了，他们的专业性或者是他们的种种，我感觉讲有必要真的是要整合一下啦。啊，那不然就拢修修等来，这组织依照我的给你建议啊，但是你又成立一个养护大队了，那你既然有成立养护大队了，我是干嘛啊？无公所那拢无爱遐人员拢去养护大队啦。要回康啊，叫你来的哇！康伟龙叫你走啊。这个每一个区公所有他的组织编制啊。啊，对啊，但是问题是他们的功能性啊，啊，不，你未来你的喜爱，你当了副市长，我希望你要多了解说公所针对不止哦。我跟你讲，如果议员认为比较紧急的哦，我可以请大队好帮你做了。那我在讲的是你未来接任市长，就是说包括农业局、包括公务局、包括水利局，我希望你都。在公所的里面，我希望你了解你的专业性，好不好？好、哦、啊，还是恭喜你呢，真的。好、哦、好，那我们的那个李秘书长哈、哦，秘书长，我们的李秘书长，我请教，我说实在的哈、哦，你在我们台南市是非常专业。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以前我们台南县，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就是说污水下水道没分流的问题，你还记得吗？台南市都有，台南县都没有。那经从我跟你提议过，那你也都有在做实施做，到底多久会把整个台南县做完成？是跟议员报告哈。那原台南县的范围，其实现阶段已经有柳营、关田，还有包括新营的部分地区已经有做污水下水道。嗯、那现在仁德的污水厂也已经在五月底会完成启用。那所以仁德也可以开始做对这个污水分流，污水跟饮水的分流。对，那永康也已经在发包施工了，陆续大家在永康的台一线上可以看到陆续有一些工作井，那个就是营建署目前在施作推进雨水下水污水下水道管线。那其他的台南县的其他区域，我们目前也在提报计划，希望中央赶快来核定，来扩大一个实施的范围。那我想哈，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喔，你当这个秘书长，你现在压力会不会很大？心情很沉重。心情很沉重哦、喔。但是我要跟你讲哦、喔，我相信你会当得很好，因为呢，我了解你的个性啊，就像我了解那个吴局长的个性一样哈、喔，他很积极啊。那你我也了解你的个性。你是比较说会整合，就是把大家各局处哈听各局处的意见啊。那我们现任这个秘书长呢，是很多局处都不能对他都不能要讲说，好像都不敢讲话，好，甚至于你们要跟他建议什么也都会害怕。但是现在呢，很多事件呢是应该你底下的人未来各局处会跟你建议的，我是希望你听进去啦。那就是说对各局处呢也是要有所沟通啊，种种不要说都是单方面哈、哦，是你的想法，因为你跟他们相处过了，我相信你会把你这个职位哦，未来的秘书长职位做得相当好啦。谢谢林念春议员，下一个发言林美燕议员。来，感谢主席哈，来我们局长，水利局局长。啊，你刚说你要接秘书长很恐慌啊，哦，心沉重啊，哦，妈妈讲不要紧张，你比较紧张。但是我觉得你这边，我从这边看过去，你是面带笑容啊。何况又讲的跟好像表现不是很 OK 的，结合不起来呢。不过这边真的要跟你就是恭喜啦哈！我想你当了秘书长，这个职务啦，让你能够发挥你的专业，还有你的就是沟通方面这方面呢，
哦，我想沟通非常的重要啦，对。但是我们现在蛮担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说护都心的排水系统啦，你担任本席啦，哦，就是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去做。你护都心的排水系统如果经过我们国民路，哦，我们是绝对反对的啦。那当然，你也跟我们就是附带说，你要努力的空间如何把我们国民路的活化。然后就是跟东区来接轨了，就打通了。我想你水利局局长的任内，你可能没法度去做这方面的就是局处跟局处的沟通了。那既然你今天已经担任秘书长，我想这方面你应该能够更有能力、更有 power 去做这方面的沟通了、协调了。而且你也跟本席讲过。你非常认同本席所提出来这个案子，就是国民路，哦，衔接就是衔接东区，自然国民的衔接到东区护都心呐，啊，这个对不只对我们南区而言，对我们大林地区而言，甚至整个台南市而言呐，啊，我想应该都是正面的一个建设了。所以你这边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承诺啦？未来你接了秘书长。你一定一样会把这个案子就是延续下去。是跟议员报告，我想，包括像排水的方案，还有包括像这个刚刚讲有一些瓶颈的地方的打通，那我想只要它是对 市政还有对 市民有重要的带来重大的方便，将来有重要的效益，我想我们都会持续的 来推动，来克服相关的困难，来把它完成。所以说，你现在手上有一些案子，都还没完成，是，包括后续的一些工程的后续的一些建设，是，你未来接你这个位置的人，你应该会鞭策他，而且诶，做合做这做合为交接吧，应该会吧？诶，我们会会来做很详细的一些，不会因为换了人啊，有些工程就是改变了吧？跟议员报告，其实我们施政是延续，那么好的正确的方向一定会持续的来推展。因为有些案子哈，是，我们跟你沟通，事实上你都就是能够接受，是现实面的一个就是条件呐，所以跟你讲的更小，有当下你拢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去接受它了。所以我唔盲讲哈，我们国民路衔接东区这个案子，你一定要陆续去把它完成。尤其你已经升官了，你升官了呢，你更有能力去把这件事情完成了。哦啊，之前上个月你嘛有跟本席共会啊，这个案子在中央，哦，跟地方，你都会去做努力，而且应该有一个结果了，哦，应该有嘛，对不对？会好的一个建设跟方向，我们会持续的来推动。你做秘书长以后，中央也应该更加无问题啦。等于你个个更加个免个讲啊啦，吼、哦。所以如何就是鞭策下一次就是接你这个位置的人，哦，下一任接你这个位置的人，你也好好鞭策一下。应该不是，应该会是你们副局长旁边那个，你旁边的副局长吧？在座都有可能啦。都要看市长的一个任命。大家都有可能啦，所以也希望说都有听到今天我们。水利局局长也是未来的秘书长，你做一个承诺了，好不好？还有这边我也提醒你了，你的工作报告上面有就是说，三大自行车道了，是哦，三大自行车道，你说有安平港可以骑自行车道二仁溪了，是。我是干嘛讲这个自行车道去到湾内环境海岸轨去，包括要到二仁溪这个部分呐，是。事实上，无遐那理想了。你骑的时阵啊，在衔接的过程中啊，道路部分没有接轨啦，没有接轨啦，所以你这自行车道是有断线的，是有断线的。你第一任你水利局局长，你做这个自行车道的工程，这个部分到了你的秘书长的时候，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断线呢、啊？既然你可能提供我，你自己水利局局长，你的权限还是有限的情况之下，你这个秘书调的时阵啊。你要想办法去把它做好，把它完成呐、啊。因为你积累过一个大的一个工程呐、啊，你的水利局局长，你的工作还是有限的情况之下，你担任秘书长，
你应该更用更大的一个权力啦，你的管理去做沟通，把各个局处把它统合过来。哦，所以这个自行车道，我想对我这个部分，除了说国民路衔接东区，哦，还有我们这个二人行自行车道等等啊，当然还有别些一些跟健身哦，希望我们局长，你应该发挥你的功能。是，跟议员报告，就是二人溪这边有一些断点哈，那目前已经有争取到体育署补助3100万的经费，那会把这些断点把它做衔接跟改善。OK， 包括弯弯里也被淹水的工程改向，哦，这都要陆续去把它完成，因为拍拍滚老当啊，不是拍拍只能当年啦，我姐姐南科议员大家拍拍滚老当啦，哦，所以希望卖就是因为人来改变，水利局局长改变。来做工程的改变，安尼好不好？不会，尤其是秘书长，你有监督的责任，好不好？市政都会来延续。是，来，甲你讲恭喜啦，哈，还是恭喜你啦。我想吴局长应该改叫副市长、副副市长啦，哈。哎，阿锦爱改恭喜呢，你个比秘书长个升了两级跳呢。我们的水利局长是要一级跳，你是两级跳呢。我们已经可以说，虽然你是一个政府官员，啊，我们是民意代表，但是如果以这样子的，就是董事啦，如果这样子是可以董事，我想我哪董事官哪当啊啦，同事好几年了啦，十几当啊嘛，十二年了哈，所以看到你高升，我想我们真的很高兴啦。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你的用心啦，还有你的沟通啦。还有你再怎么就是对事情的态度跟中央的争取哦，首先你对中央的关系啦，从你这几年来争取的很多的意就是经费里面，受理写恭维了，我们真的也觉得你今天在担任副市长真的是明智所归啦。尤其在生活圈这个道路上面哦，你争取的一款的哦，金额真正让我们当认同啊。最近有一条更大的，更大是哪一条？是南区的，在我南区吗？是我建议的那条吗？英雄路那条吗？没有，即使从化接高雄县市的台南市的部分那一段。哪一段啊？仁德那段？永成路吗？二等十二还是二等十一？就永成路，我说的那一段吗？对，永成路。我讲那条吗？永成路。对对。都市计划道路，然后接高雄县，就是变成高雄县是一个新的。我们孔科长是那个，就是永成路接那个大甲那一段，是不是啦？对不对？那一段在那个应该不是你讲的，是都市计划在设计的那一条道路嘛？是不是？在都市计划。对，那公务那现在那个公务委员会跟旁边那一条，这样子、哦。以前即使从啊二等十二还二等十一，直接接。所以未来我都话没讲了，跟我们的要过去。那个、好像是20米。能等那边有断线呐、啊。对。好、哦，就是有那个。最近。高雄县好啦，有立委啊、哦，那有分我们去谈过。我想原则上大家都同意。我想局长，你现在担任副市长，你的前线就跟那个水利局长一样，更加宽，更加有啊，所以你应该跟哎那个接触更加侪地来啦，因为我们还是发现有很多地方还是比较欠缺啦。不过只讲我想最基本的一条，你已经答应我有多久啊？第一嘛，包括本身，包括我的立场，就是我国民路的路平专案。这一半啊，在我头头前一条你要做，你进政府市长啊，你到底进什么要做啦？做简单的一件代志。迄落一定会做。一定会做哦。你是换了一个位置，更高的位置啦，你还是会留在台南市啦。所以你今天你搞承诺讲会去做，但是会做啊？啊？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哦，你搞我讲给你呢，我去去年你搞讲给你呢。那看看今年的那个经费，如果有剩余款，我们就開始。你本来就应该在，因为我花偌济啦。来，给时间。所以我想，那一段路不是非常的，不是足大啦，因为你的国民路的路平专案都要做一半，对，都完全不头前，这边出问题呢。谢谢林立言啦，哦，其实你。大公无私啦，吼，百里行者领导桃园一条上万字。但是我没搞要死嘞，所以你也落黑啊，所以你要赶快把我完成啦，你给他先挂嘞，你不能这样子再欺负我啦，局长。没有了，没有了，好不好？会了，会做。哦，今年就是那个我们的科长
把他列入，所以那一些人那个就被政府起掉啊，但是也会就更加有效率啦，好，更加爱去个尊重啦。那既然局长你这边也答应我们说一定会做，那我们希望在今年能够把它完成啦，或者呢国民路能够来串通啦。尤其你要路面做好，未来水利局局长又跟我们衔接到东区，你看，我国民路暂时就出头天啊嘞，未来个改名不是叫国民啊嘞？国民路本来即马车辆车辆就做老这里啊。哈，好啦，我们路平川赶快去把它完成。不过这边还是一样恭喜局长啦，哈，真的哈。谢谢林美艳议员。下一个发言哈，陈培雅议员发言。第一轮哈。啊，感谢主席哈。吴局长讲哦，对，我本来不爱发言呐，都是吴局长讲哦，美艳啊，林议员哦，林美艳议员哦，大公无私啦，别人拢先做，我了拢无做，这点我特别发言呢。哇，我们的那个重学路哦，就是说我的服务处前面，我嘛是赶快，自头到尾我做你做你也带七单啦。都你会开了，按比较拢比你韦师兄，你搞个等下甲局长报告一下。我拢讲哦，台南市的道路啊，当为别人先做，即搭个用就罔用啊。所以这大公无私的，应该用在我的身躯啊啦。因为刚才我问大队长哦，他已经签准了，现在排料。安尼吗？韦师兄，你每次跟我跟你讲话的时候，局长你请坐。无啦无啦，真诶啦，伊唔敢甲你比赛啦。伊绝对拢甲我白差，每次我讲的都是最后，还跟我讨价还价。不会了，不会。个电话给我。那等一下，我请他把那个排片的入籍跟你报告。讲者，我唔是为着争取这块讲哦，随做啦。其实我看到台南街道路就对啦吼，其实有足歹，佮足侪啦。我是感觉歹，应该佮先做。如果可以用的话，像我拢同学都头前我讲真呢，是我迄大足奇怪，你讲个嘛，现在很厉害，唔是讲我做议员，讲我要头前一定要先做。对不对？你说好奇怪，整条线是不是？是不是品管那个检验的关系？完工的时候会掉萝卜折鬼吗？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大白狗公子就陷得非常的厉害。我担任养护科长到现在，其他的道都没有啦。哎，就是议员服务处前面那里很奇怪。好奇怪哦，可能我们搬楼去搞哦，亏也款啦。对，那就是那里的路。好啦，针对这一点哦，咱讲真呢，连干每一条路啦，不管是路平专案或是哪一条道路破大马卡的地啦，要严格的哈、哦，严格的检验以五告扎实无啦，应该这个评鉴要评鉴一定很重要啦。有啦，啊不啊，我几条路安呢？跟一做报告、哦、那个都是我们 AC 厂自己的料，都是很自己料，安尼恁料来检测啊？没有。重学路那一块我还没去做过，我说未来我要去做重学路那一块，会用我们 AC 厂自己的料，我们自己的料都是非常好的料。那别人就不好就对了。没有没有没有，现在都用我们 AC 厂料 的品质都非常好、啊，所以我要跟我今天讲的不是吼、哦，要来伊、那个来检视讲恁的料好啊歹啊，重点是讲啊，针对这个议题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出去问题点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吼、哦、好好的吼、哦、注意到品管的问题啦，吼、哦。要验收的时阵非常的重要啦，你请坐。局长，我有一点的做杂疑，就是讲哦，每一条路啦吼，你哎、欸，我嘛先来甲你恭喜，我即马在你做副市长啊，什么时候要正式？应该是5月20以后吧。521就是5月20正式哦。我怪我讲真呢，刚才我跟一个人出去外面了勘察一件农业局的事情哦，迄个人就甲我讲哦，我甲你讲一个秘密。迄、那个哦，水利局李孟燕哦，可能会要做秘书长，啊，你唔要讲出来，我讲有可能吗？伊遐故意，伊讲我讲，啊，伊骗得够搞，伊甲我讲哦，伊你唔知啦，伊魄力真正赞嘞，我讲真的吗？唔是吴宗龙应该来接吗？结果哦，原来你跳级的更高啊，哇，安尼表示咱的赖市长是慧眼识英雄哦，大家哦拢真正吼、哦，有一功力安尼吼，局长是安尼吼，针对这个大马街问题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你现在已经进阶为副市长了哈，足侪问题，我感觉讲哦，都在我们市政府都是在绑自己的脚啊。为什么？像你讲的，我话讲就十米咯，个八米咯。哦，我卖讲针对这，或许不是只有东区发生这种事情。有一点啊，八米咯，伊还是区公所，十米咯是咱那个干部局，这个是不是严格一定要这么的分别吗？干一条路？那个您讲的那一条路，我先帮你解决啦。不是帮我解决的、啊，你一定会帮我解决，我也相信啦、啊。因为跟曾议员报告了哈，那个他
每一个区公所跟市政府有中间有一个互相负责的范围啦。那区公所如果做不了，我们也可以帮忙。是这样子吗？区公所袂当做恁哦，当做市公哦，因为你要做副市长啊。原本这是公务局长在处理，刚好你做副市长的时候，希望说你在任职里面哦，一定拄到咱台南市有一挂问题了，对啦吼，会当去甲解决的吼，会当总结合，卖讲哦分家呢哦，来电话往来安尼实在是真忝嘛。区公所像南区、东区很多区的区长都很认真哦。都是我们公料帮他做的，好、哦，没有问题的，哎、欸，啊，没问题啊、哦，好啦，阿里真啊，工作吼，你高升啦、啊，因为我那时候那什么小工，那有可能，哈、哦，原来你们两个都高升，连我们李梦燕李局长吼、哦，因那高升啦、啊，哎，恭喜你啊，哈、哦，阿希望讲哦，未来吼、哦，你去的时阵哦，拄着讲哦一挂问题吼、哦，我希望解决问题吼、哦，会当哦给我们速件的解决，我想咱都做者吼，民意代表说市民委托拢无要去大家违法啦，哦，伊来拜托民意代表时，大部分都是为了速度问题啊，会当较紧的，因为我发觉咱市政府哦，真的最近好像唔知是合并的关系，很多东西哦真的是慢了。可是局长，我做形象，你讲一句话，我去拜访你讲一句话，讲哦，咱政府是在解决市民的问题，唔是这的大家问题，这点是我最认同的地方。哦，局长你。你应该听我的意思啊，哦，应该这样子嘛，像你讲的，不是这一人的问题嘛，是要替市民来摆个问题，不是讲吼一直千般刁难，一项拖了，搁再拖，拖了，搁再拖，啊，阮民代了，搁拜托，搁卡过了，搁卡过了。我觉得只要我们不违法，能够帮忙的话，我觉得这个速度问题，你应该你当过市市长的时候，更加吼爱建言于市长，这个连公家机关了，对了，我们应该对这一点的重视啊。这个是应该公务人员的一个基本的。公务市长，我先给你叫了哈。应该公务人员工作的一个基本哲学。今天嘛吼，迄天你有甲我讲，是我认同你吼做代志的批的，而且做代志的见解啊。好，谢谢。谢谢。李局长，我嘛要你再来恭喜，我今日来顺哈早讲宴席啊吼。甲你讲，你要做秘书长吼，甲你先恭喜，跟你明天的时候，因我可唔知你干咩？我中昼一点外一点左右的时候出去的时候，去到新华哦，看农地的时阵哦，竟然有一个跟我讲哦，你莫讲李梦燕要做秘书长，我甲你偷讲，哪有啊？哪有偷讲？我刚打电话一个朋友，你那得爱个偷讲，人炸人了，大家拢知影，哦，我相信你的能力能够从局长哦，你为中央来到台南市做水利局长，下当阁到秘书长，我相信市长认为你的沟通能力和办事能力和处理事情的话，应该是属于肯定，你才当升起来啊！啊，无我大概看到拢，感觉你拢足故意徛伫边啊，无啥咧讲话，伊甲我讲你要做秘书长，我甲讲，够可能伊遐故意。原来哦，你有两把刷子啊，哦，有一个实力伫啊，啊，可能你的工作。你做厨师的能力，啊，个包括吼你处事的认真度吼，可能被肯定了吼。那我只有一个建言，就是你当秘书长的时候，我希望讲哦，政党不要分得非常的清楚了吼。我想我不要说很多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心中哦都有一把尺，心中也非常的清楚。我当分得足清楚是无什么意义啊。哦，会感觉讲哦，议员分刚好天哪！其实我想，我们是明代都被选出来的议员啦，吼，为民活着。我想应该是足侪民众拄着议题、拄着困难，都该在委托议员吼，是不是建言，或是说请教，吼，还是讲哦一挂当解决的事情。我常常我想应该是无违法的，但是我在这里说，既然你当了秘书长说，说我们不要分得那么清楚。啊，还有一点就讲哦，或许我们的陈美玲秘书长他事情非常的多的时候，哎，我那大概讲哦，真的没都得无好多必须秘书长来帮我们解决吼、哦、疑点的时候吼、哦，哎，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吼，拢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吼、哦，其实咱讲真的做议员嘛，做立议会做无尊严嘛，立市政府更加无尊严嘛，这是我的感受啦吼、哦。那我希望在这里你升到秘书长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议员民代为民活着的时候，需要到秘书处的时候，哈，会当尽量排解时间哦，稳一下。哦，卖我那干嘛讲哦，那种哦，做无尊严的，真歹看呢，哈。这点是做一个最大的建议啦。无可能秘书长连中食饭的时间无嘛，叫阮食便当。哦，这是我的建议，谢谢。谢谢议员。
那个感谢曾培雅议员哈，下一个发言林志聪议员发言十分钟哈。谢谢啦哈，感谢主席哈，主席辛苦了哈。我首先请教咱使用管理科蔡科长，我要来请教一下统一社区对不对？吼，迄件代志，你到目前你处理了安怎？啊，你有甲本市讲无？你有甲统一社区的管理委员会的主委讲无？这个案子我们有那个在专案处理啊。专案处理，啊，你是安怎处理？啊，打电话给你，啊，你也无要接，啊，秘书恁大家拢存作坐，等下我全部拢甲恁挂嘴，我管下恁要高薪唔高薪，是安怎？啊，因为一个人，啊，甲恁撸宵宵，恁着安怎？恁刚才讲的呢，恁是要解决市民的问题呢，唔是要造成市民的困扰呢的问题呢？我是这一两单无啥爱讲尔，你安知？我真爱等下，甲迄两叫拢挂嘴，我甲你讲。科长，安怎处理啊？啊，专案处理。我讲话前甲你讲，讲啊正时，打电话也唔接。啊，你剩多济啊呢？在统一社区。诶，物件，咱管理委员会都继续正常诶运转，啊，恁着要取消，咱内政部嘛回文呼应啦，即个管理委员会会咱继续存在，恁着制造一寡足侪问题，着讲即项也袂使，即项也袂使，啊，全恁诶问题。委员，其实我这个案子吼，我们有在找一些。解释好，来帮你们做一个解套啦。什么解套？啊，人内政部就讲，主管机关就是台南市政府主管机关，恁会当决定，都这么简单，白纸黑字写伫内底。这么简单的解释物件，啊，恁对百姓有利的，啊，伊还剩千几万，啊，老夫妇的袂，啊，迄条钱恁市政府要人接收呢，啊？按着市政府送啊无钱，有对？耶，那个，我迄件代志，甲你问几遍啊啦，讲几遍啊，偌久无处理？这个副市长哪副市长的，都市长来共款呐。好啦，那个你把公文拿来，我处理啦，我处理。嘿，迄个中央的解释发令起来，大家。中央什么解释？中央就发文给恁啦。对啦。讲由恁主管机关家去决定。好啦。好，那个公文我看了。五六百号为着一个，为着两个，啊，糟蹋到来，足忝。好，那个公文来，我研究一下哈，马上给你一个答复。公文你嘛有呢？好啦，啊，都我等下叫公文客家我看卖嘛哈，啊，我研究了来报告啦。谢谢。局长，现在吼，甲林志聪议员吼，协助一下啦，哦，好不？吼，因为吼，议员吼，会遮受气吼，绝对有伊个理由啦，吼。啊，因为吼，伊平素时啊，也毋是讲吼，即个无理取闹，诶，一个民意代表啦，伊嘛是表现非常好，啊，正理性。啊，今仔吼，受气甲安尼吼，可能恁个同仁吼，有一寡问题吼。啊，这个有当时啊，甲地方的事务吼，这个迄个疏忽啦，吼，好无？啊，这个较甲你拜托一下吼，吴市长。哎，下一个发言，迄个李文正议员。首先，李文聪吼。好，多谢主席哈。迄个局长哈，迄个李局长、秘书长啦哈。迄个要请教一下，像讲你安尼，这个任内哈，你嘛才五冬啊嘛哈。啊，五冬迄个，你伫台南市有做几个抽水站？你的林内是咱有争取中央的补助哈，差不多二十六座抽水站。二十六座的抽水站，二十六座的抽水站大概拢伫咱溪南溪北拢有。溪南溪北吼，是。迄个过去我有那捌含你检讨过啦哈，是。就是讲吼，因为做这个抽水站嘛。
这个是国不理疆的啦，不得已，哎，对，哈，因为这个抽水站伊只不过是地标尔啦，哈，伊是局部尔啦。即马咱台南市拢总有几座抽水站？现主席拢总有五十座抽水站。这个五十座的抽水站，哈，这个就正做咱以后正大的一个包袱啦，哈，你爱请人管理嘛，哦，啊，你爱请人维护，你爱维护嘛。哦，其实头啊会歹去嘛，哦，啊，所以这个五十座的这个抽水站吼，但是咱一年烫天的时阵，有当时啊，你抽水站有当时啊用一日用两日尔咧，有当时啊用到的机会，你若讲无讲落大雨的时阵，就无用到嘛。所以这个抽水站的这个观念，就亲像讲啊，咱的这个外海啊，咧囤这个石头同款啦，吼。啊，做这个堤防花同款啦，哦，因为咱伫外海咧做这个堤防花，这就是讲我比上帝较敖嘛，哦，你要用这个堤防花来挡这个啊海涌嘛，嗯嗯，好，哦，啊，这个咱的海岸线，哦，是这个规个一个海岸线，伊来伫咧甲这个海跟陆地，哦，甲分落开咧。哦，所以这个海岸线伊就正做咱一个冲浪嘛。哦，你要看人像讲，这个那是一个海洋的国家吼，啊，伫海边的这个城市，啊，因的这个冲浪，吼，啊，因的这个水上的活动，哦，因就拢足普遍的嘛，哦，风气足好的嘛。啊，甚至呢，这个就会去正做咱的一个，吼，像讲。奥林匹克的这个运动嘛，足济就是讲，拢是水上的这个活动嘛，伊比赛这个项目嘛，哦，啊，佮在这个河川，你去甲做这个红门土吼，这个就是，哦，有呐违反自然嘛，哦，这个河川你得要自然咧，哦，你若河川自然的时阵，吼，伊会发潮啊起来，有自然生态。吼，就会当正做，你若水治水清气了，咱就当正做一个观光的这个功能嘛，兼这个防洪的功能嘛，防止大水的这个功能嘛。结果的时阵，你即马你甲用这个阿门头落去了吼，伊就无可能去正做一个观光的功能啊，哦，无可能嘛。所以这个上典型的咧，就是讲四处的大江内海嘛，啊是讲这个七股的下湖嘛。哦，啊，是讲这个红树拿的这个哦大将庙的这款的一个崩坎嘛，哦，你要看伊安尼就发挥了无限的这款的经济价值出来，哦，因为会当观光的，因为咱买个矿阿门土嘛，哦，啊，搁在这个抽水站吼，即马咱有五十座的抽水站啦，吼，是，这个密度，这个可能我看嘛，全世界上悬的啦，袂啦，啊，台北市有七十几座啦。啊，台北县有八加八十座抽水站，哦，对啦，啊，所以因为这个是咱在咱台南要去算，啊，所以这个局长我有哪是安那呢？因为吼，你有哪吼，你也真优秀啦吼，啊，市长伊嘛吼，你过去伫苏贞昌吼咧做台北县长的时候，你嘛是伫啊帮苏县长治水嘛，吼，咱的行政院长嘛吼。啊，当然市长会请你来台南，表示讲你伫这方面你有相当的一个专业嘛。但是呢，你讲去比较台北市，去比较台北县、新北市，哦，这个就亲像讲，因为吼，哦，咱爱含世界比啦，吼，哦，你茫，吼，哦，你茫伫国内咧比啦，吼，嗯哦，因为安那呢，因为我安怎甲看，吼，哦，迄，那个可能咱过去的时阵，咱五副市长啦，吼，哦，迄，那个五局长可能伫你的任内的时阵，你有做几个抽水站？做六个嘛吼，啊，即马咱差不多五十个嘛吼，可能话是较早台南县吼，迄，那个咱副局长做的嘛，即，這个副局长，迄，那个较早你做台南县干部局长的时候，你做几个抽水站？那个是台南县首。对啦，好，安尼无要紧吼，迄个你也坐啦吼，因为最主要要你检讨这个原因，就是讲我真反对讲用这款的物件来伫咧治水啦。哦，你若我讲用安尼来咧治水吼，即，這个我是感觉讲，有当时我感觉讲安尼可能水准就如出这般安尼啦。究竟我可能安尼讲较歹势啦，吼，哦，因为咱应该安那呢，应该咱都爱甲土地兴和自然啦，咱爱甲即个河川
啊，这个流水经过的所在，咱就爱甲幸福自然啦。可能你若用这五十座的这个抽水站的这款的建设的经费，啊是讲咱维修的经费，咱请人管理的经费，咱操作的经费，咱可能若用这个经费的时阵，咱啊甲这个土地来甲幸福自然，来甲幸福水经过的这个所在，可能我看精彩嘛唔正物啊咧，可能我想这个效果嘛无一定会比啊这个。做抽水站较歹，哈，局长唔知你有同意我的看法无？跟议员报告哈，其实咱嘛认同，我嘛是足认同议员的迄个看法，就是讲咱治水应该是优先用重力排，啊，重力排也是讲治洪，好，也是讲迄个生态的方式。那抽水这种机械抽水，这是耗能的，这是最不得已的一个选择。啊，所以其实比如讲，以咱伫台南咱的治水，比如讲咱。譬如讲，伫迄个江尾沟，咱就做一个分洪，吼，可以大部分77%的面积都是重力摆入去里林溪，吼啊，真正有需要抽水的，把它缩小到最小，吼，大概只有23%，所以这就是咱用这款的理念，就是咧规划咱专区，就讲优先用自然排放、自然治洪的方式，啊，抽水是最不得已，啊，但是因为咱台南真侪所在拢是早年的来，所以吼，你咧甲我讲迄个。台北市还是新北市哈，你应该你得爱看迄个世界哈。就讲我你讲，迄个荷兰哈，你讲荷兰伊偌济，伊是用这个抽水站来伫咧排水。荷兰伫鹿特丹哈有200座抽水站。对，啊200座，200座的时阵，伊是安怎哈？啊，因为雨水真温顺，所以它大部分的抽水站用集电就会使，啊，用迄个较小规模的。对啊。因为荷兰人伊是用风车咧，吼，伊是用这个自然的这款的一个原理嘛。因为咱的时雨量哈，有时候会大到100，啊，荷兰差不多拢10、20。这个，啊，我搁甲你讲啦，吼，所以局长有当时啊，虽然当然你伫学术上来讲，可能当然我会尊敬你。不敢不敢。但是伫台湾超过3000公尺的山龟裂，你敢知影？局长，我请教你。台湾超过3000公尺的山是268粒呢，所以伫咱的中央山脉来到这个台湾海峡来到太平洋的时阵，这个是短短几十公里尔呢。是。所以伫台湾这个所在，若是讲会淹水，才笑破人的嘴呢。你个拢莫甲做这个排水沟，你干那予伊讲透过安尼一个长久以来人伊的水的一个水路，伊走到迄、那个。伊迄个宽度，伊是真粗真狭嘛。荷兰的时阵，伊是规个拢平地呢，伊是三分之一的土地，伊是填海造陆，伊是比海平面较低呢。是，哦对无？哦，所以这个局长吼，因为安那呢，你那当然我唔是反对讲啊来做这个抽水站哈、哦，但是呢，你讲今仔日伫一个台南市的这个所在，你做50座的这个抽水站，我就感觉讲这都已经啊无正常啊啦。哦，所以这个局长，我希望讲吼，是，吼、哦，这就无正常啦。袂啦，这是正常的。好、哦，我想，我是不是安尼？我另外找一个时间向宇宙向详细报告。但是当然你讲正常啦，吼，但是这我是袂当认同的。亲像讲、你的这个河川，你讲用这个阿门陀，你甲我空起来吼，啊，伫海岸线，你用这个阿门陀的天花，你我用阿门陀的肉粽角吼，这你我共识，我都袂当认同啦。因为安那呢？因为我细汉，我伫海墘啊大汉，阮去掠鱼仔，阮去伫遐咧耍水，吼、哦，阮规日阮就是含水咧做伙，阮伫遐讨海掠鱼，吼、哦，阮含海有遮尼深的感情。结果恁一个来了，恁规个我破坏了了，吼、哦，这个你要叫我安怎认同呢？对无？吼、哦，你讲要叫我安怎含海切断这个感情呢？无可能的代志。好、哦，那个感谢李文生议员哈、哦，那个庄艺术议员，哎，谢谢，感谢朱先哈、哦，那个我们李局长，局长，对不起哈、哦，我早上我跟你签告那个民心路，湾里大排现在是有在施工中，你不清楚，你是不是不清楚？现在有在做的就是有两个，在湾里大排有两个工程，但是不是议员刚刚早上提到的那个
护岸的部分，对，我知道那个不是分红的香，所以我早上再请问你，就是说那边是不是你们有延续从新农公园，然后来到湾里大排这边，也是未来也要是试作 的那个目标之一，有没有？就是那里会有一个小的抽水井，坐在湾里大排的上面这样。哦，他是坐在湾里大排的上面，就是在民兴路上喽。就是民兴路的旁边，新农公园有一个桥墩嘛，吼，桥墩的旁边，对不对？是，哦，就是那个是要解决，是就是蔡奇亚下低洼地区的那个淹水、积淹水的问题。哦，就是位置就是在那边嘛，哈，我只是要把它厘清呐，哈，因为我一直下意识认为说可能是在那个你讲的八十八巷去打遐啦，哈，结果不是嘛，哈，是施作是在桥墩这边嘛，就是在那个牌楼的前面那边。抽水井总共有三个地方，那在议员刚刚讲的新农公园那边是其中一个，哦，那边也是其中一个，但是它并不是全段的。湾里大排的护岸的这个整件不是，不是啦，那个可能未来还要再争取一点预算来做湾里大排的那个护岸啦，哈，是，好，局长你请坐，哈，好，谢谢。那个我们公务局哈，目前还是要叫吴局长啦，哈，等到那个520过去就是副市长了啦，哈，吴局长，那个我延续我们早上哈，我们蔡淑慧议员这个白花季的问题啦，哈，其实哈。我感觉讲吼，恁办到倒，红瓜到倒，你会记起恁第一届办去台南公园嘛？对不？对。啊，即摆台南公园，好，我们一些老师协会，还有我们一些那个市民也反对，即摆来到湾水皮温啊，啊，但是水皮温啊公园，也在我们蔡议员也在反映，咱的市民去搭遐，吼啊，三宝公园的三个公，恁办了三遐树啊，有的拢死去，啊，恁敢有去探究什么原因？应该不太可能吧？啊，不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呢？事出必有因嘛。像那人会讲，人那唔咪讲保卫，咪讲伊大兄那树啊拢死去。我在报纸上有看说我们去扫他的落叶，啊，他反对。啊，其实落叶也是一种肥料了哈。啊，当然后来有协调，就是把面积缩减啦。哦，嘿，那个半把季跟树木会死掉，应该是两码事了。哦，好，那呢吼，迄、那个局长。本席是不是一个建议啦？是是，你们一年的百花季都花费多少的经费？它现在是分为五个场地，那五个场地大概1000多万，平均大概200-300万。好，平均算是200-300万，平均算是200-300万嘛， 对不对？其实我感觉讲吼，好东西啊吼，咱有一挂迄、那个。哦，你讲的分的那个点哦，像一寡社区公园，迄其实有诶，碰上拢有咧整理嘛，拢袂歹啊嘛，吼。因为现在里面对这个公园的休闲也非常的重视。是。那为什么卖个这租完吼，改集中啦吼？因为局长，因为你有说在我们公务局的这个哦工作报告上，局长在结语的哈，我们公务局在结语的地方有特别讲到，我们本市的财政现在也十分的困窘。裁员真的是得来不易啦，吼！所以为了要有效的使用既有的资源，好，本着严谨的专业评估整及工作态度啦，所以希望每一分钱都把它花在刀口上，妥善的应用，避免浪费啦。所以其实吼，咱的百花季嘛，唔免开遮尼济钱呀，真的啊，我觉得也不一定要花这么多钱呐，吼。其实桃瓜也在哈，我们蔡演有在讲到，南区现在已经是前门了嘛，哈，整个台南市是算一个前门啊。对。然后86的哦最末端就是在我们滨南路，哈，当一个出口嘛。其实滨南路的边啊，一样的是做这些东西营建署的用地，到现在也放在地方，哦闲置，迄、那个空间真正足无菜的。啊，你来了解局长，我们目前昆喜湾。每年都有一个既定的活动，包括地方的庙宇，吼，伊嘛伫过年的时阵，嘛拢一直咧办活动。其实他们也在行销他们的庙宇。其实你咧当家遐个钱，吼，唔免开足济，利用迄个空地，吼，去做一个妥善的规划。你安尼落来，你看，咱有一挂游客，包括外客、观光客，你若对86落来上，我们怎么去做引领，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而且。你嘛知啊，即嘛台南市的拖吊，好、哦，我们的拖吊已经委外了。其实你甲百花季来设在市场，咱嘛造成咱一挂观光客未来可能会怨声载道。伊来台南市，
甚至然后开车规家来，开车来三，哎，哪去用拖掉嘞？对不对？是不是事物的一个美意啊被打了折扣？所以我是干嘛讲吼？我们南区的现在昆喜湾，其实它很多的活动办得沸沸扬扬，包括阮地方的喜秋昆新，它全部都已经老街营造了，今嘛嘛拢做老街的行李。在地湾里的好所在，今嘛嘛做这些小吃嘛拢咧行销，所以其实哦，这是一个足好的资源，而且唔免开什么钱，可以去妥善把它统合，吼、哦，啊，家去做一个规划，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们又没有浪费很多钱，然后又钱真的花在刀口上，真的符合了我们公务局，哦，我们的理念，哦，局长，你觉得呢？跟庄员报告哈，那个。我会请科长马上跟林任署联络哈，他如果土地要让我们认养的话，我们那边可以来做花艺的布置。其实我跟你讲，营建署他目前哈，坦白讲，地方的里长也透过我们，希望去把那些地方被改活化啊，但是他弄安那，弄在这停车场，营建署都不要，他现在都希望你们当把它做绿美化，所以其实你那那都要符合他们的意思。好，哎、欸，反而好啊，而且你也知呢。今嘛，那个一个清水公园嘛，伫个滨南路上。啊，清水公园吼，在林科长吼他们业务指导下，伊今嘛嘛做阿做水耶。其实那边整个的点去把它串联起来，是非常好的一个亮点呢，也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观光据点。为什么不做？我们就跟林科长联络，他说土地要让我们绿化或者是利用的话，我们会我跟你讲，把它弄好。因为你该用啊，无偌久啊，你是只不过是百花季的时候才用尔嘛，对不？对。那后续也只是一些花草种在那边嘛，啊，就是会当叫地方嘛，啊，是看咱有当下的时间搞三改修剪一下。其实不然，他们都杂草丛生呐，嘛，造成地方的一直在做困扰。那个土地能够认养了，由我们来认养。哦，公部门认养，他们求之不得。好。伊上期待恁的利用。啊、所以我是讲直接的所在，我这样帮你介绍一下整个昆喜湾，包括湾里，我们滨南路那个地带，其实它很多的亮点，怎么把它行销，怎么把它包装，哎、欸，这都没开到钱，所以在这边给局长做一个建议啦，哈。这个我们会马上来实行。还有哈，局长，湾里路啦，哈，已经好久年久失修了啦。对。那湾里路也等于是湾里人呐、啊，一个非常指标的道路啦。啊！以大家坦白讲，已经拢风化，所以我在这边呐，哈。一个礼拜以内，我请那个去勘察，因为我也不敢跟你要了太多了，我知影你有足大的包袱啦，每个人都跟你要了。啊，局长吼，山上啊，也无偌济通去卖花啦，吼。所以我讲啦，吼，至少啦，我嘛先甲这三分之一啦，吼，逐步的去做，然后让我们那个道路改善。勘察以后，哈，勘察以后如果。道路真的不太好，我们会重新来种。那个已经是风化了， okay. 而且啦，你也了解，我们现在的部落都老年化了，啊，几乎拢是骑奥多拜，无是骑卡达车，袂堪咪下，吼、哦，迄一跋倒落去，我甲伊讲，背人袂起，吼、哦，啊，所以我在直接甲你做一个建议，拜托你吼，湾里路这条吼，也嘛算迄个湾里的重要道路，较主要道路，吼、哦，啊，佫有一个佫较奇怪的现象是。这几家公司也是看唔到了哈，我们有一些长辈哈，可能哈对这个交通规则哈，我等一下他率性哈，包括头上的东西有时候都没有，所以有时候这个无形之中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我感觉迄个路边对你来讲，弄好是应该的。对了对了，所以我而且他也是蛮有指标性的，直接说在给你这几个建议啦，好啊，还有哦那个喜树路那边哈，我也希望哈局长不要跳票。既然我们都已经拜托你了，那边那个道路也都龟裂了，因为我们的工作报告洋洋洒洒写的就是希望给台南市民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哈，我希望局长呢，哈，未来就是副市长了，我想局长的权限应该更大，副市长的权限应该更大了，哈，这个部分呢，哈，希望局长你不要换了位置，然后就忘了对我们的承诺，会不会？刚才我们有议员在讲呢，你忙啊！你今嘛搞完答应也告。来，现在给时间。讲的哦，拢未记一条。没啦，没啦。哦，应该不会啦，吼，应该不会啦，吼。好了，局长，谢谢。每一个同仁都有听到啊。啊，你说什么？同
同事都听到啦。哦，同事都听到了啊！同事哪无局长你下达指令，同事也不敢动。后摆叫上人来运转啦，嘿，甲你，甲你。嘿啊，因为吼，恁团队吼，足尊重恁局长，就是阮的吴局长，吼，吴局长你要有口令，他才敢动。所以他们是很尊重你的，因为你太有专业的啊，他们很尊重你啊。所以你看，头个阮同事问讲，你来遮做几单啊？十二单嘛，对吧？不简单呢，十二年呢，对不？这也相当有实力呢，也有能耐呢，对不？所以既然我们也对你很钦佩啦，因为在这个专业上，你一向甲咱公务局吼，真的是。管理的非常有制度性，既然规个团队大家拢做辛苦啦，我们肯定啦，我们真的非常肯定啦。謝謝啊，透过我们拜托的代志吼，局长谨记在心啦，不要。哎，那个感谢庄医师议员哈，下一个发言哦，李忠诚议员发言。感谢主席，好，我伫家，我先恭喜咱两位局长啦哈。相信你新官以后，可以带动我们市政府有更多更好的建设，吼，迎向更美好的未来。那李局长，我伫遮要甲你请教，我们现在海尾大排借补魂，我们的工程现在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因为都在乡亲咧关心这条大排。它分两个部分哈，一个是下游段，就是一抽水站下游，对，那大概两公里，目前分成五标在施工。好，那原则上河道已经打开来了，河道已经打开了，对对，大概已经做到计划的宽度、uh-huh. 那现在正在做相关的雾坡的蛇龙的工程，好，将来那个地方我们是采比较生态的方式，所以将来雾坡蛇龙上面会覆土，覆土那上面是种草、uh-huh. 欸、等于是一個草，那我们预计多久的时间可以完工？应该在今年的九月到十月，九月到十月，陆续完成这些工程的。对，因为陆陆续续雨季已经一直开始吼也到来，那我们今年的十二月的开始，持续下雨，包括一月份有十六天。对，所以大家都很担心这个问题啊。是。那第二个是在湘韩的上游段，靠近同安路还有海淀路这边的，包括压力湘韩，还有一些河岸的一些，包括有一些。原来跟同安路相衔接的这些比较小型的这些工程，目前已经做到。如果大家议员有看到在水利会的那个土地上，我们现 在对，我知道，我都有看到。只是说，我希望如果工程可以迅速完成的话，我们不要去拖延那个时间。是，因为你知道 ，Hyper Hit 那个区是想要引资源所在，包含你同安路、安中路一段这部分。那包括同安路那边现在就是有一个 Seven 那里哈，目前也在。施工相关的工程有，上次局长有跟我报告过，那就是局长那时候说我们的涵乡有可能要接到北安路的那个部分，我们到最后的评估结果是如何？那个部分会是比较长期的，因为到北安路还非常的长。对。那另外因为商六十跟草湖从化区两个都还没有开动，所以你要等那边有启动之后才会去。我们先，因为如果要等草湖跟上六十啊，将来就会有两个大型的滞洪池。嗯哼。那还有它就会有一些水路可以把这个安中路那边的水衔接过去，这样是比较快。但是我们又担心，如果要等到这两个，那还要等很久一段时间，又会。所以我们现在在想，在寻找，就是说这两个从化区还没有开辟之前。没有更快的局长，我们不要用寻找的方式啊，看可不可以有立即的效果啦。对，就是、因为安中路一段那边真的跟安中路衔接同安路那边，大概拢落雨，唔免超过半点钟就开始积水啊。我讲以前诶无建设时阵无遮严重，结果今麦建设愈侪，状况愈侪，所以我们要果断的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是，就是跟议员报告，就是现在我们在推动已经在施工的这些方案，嗯，我们认为应该。整个完成以后，应该会对那个地方有很显著的改善。那我们刚刚讲的，在寻求，另外那个是比较长远，可以更彻底的来改善这样子。OK， 那局长，我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南靖嘛就在污水工程嘛，是啊，安南区就在东西古峡区嘛，是啊，有时啊共沤落去，你唔知内底有啥物共嘛，所以常常出现沤唔到共，啊无就是甲水共顶顶的共沤甲破沟沟。那有时候
我相信讲遮的工程师来个遮，他也不知道现场状况。那是不是我们每当要去一个地区施工的时候，咱政府、咱市府同仁，是不是会有人当陪同他们去当地先去了解管线的状况，还是等等的问题？因为我常常拄到问题就是讲，凹落去以后，结果水管破去，又搁地把全部的点仔胶搁抛除，搁顶铺内底水管钉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污水的问题，我相信带给很多居民有很多的困扰。所以我刚刚希望讲市府这边是不是讲，如果他们要在一个地区施工的时候，我们市府单位是不是可以陪同他们先去了解当地的状况？因相信做这东西古峡区嘛，对不对？啊，所以以前安那带线，其实咱市府做这嘛是拢唔知啊。啊，但是我希望讲，如果之后的工程。是不是说他们要施工之前，是看要先跟科长，还是跟市府的哪一个单位、承办单位有一个联系这样子？好，好，这个部分我们会把它建立起来。对，因为我常常遇到欧破工的总控啊。是。好，好，谢谢局长。来，吴局长，我跟局长你坐，我直接问科长，因为这件可能科长他在。来，王科长，工程企业科科长，王科长，科长，我上次有跟您。报告说安中路三段这个部分嘛，对，哎，当主任新班是高工，四月底就要开始施工，但是现在已经五月初了，连一个动作都还没有。那个跟议员报告哈，那一件的部分哦，因为它宽频里面的线要先移除，好，那电对电信公司的部分在大概这个礼拜应该会完成抽除的动作，所以自来水公司预计大概在下个礼拜会进去做一个汰换管的动作。那确定吗？时间？目前他给我们的时间是这样子，那预定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哈，大概到六月左右，六月底之前应该可以整个汰换完成。那后续的部分，我们的养护科这边就会再进场去做全面的加封。目前所排的期程是这样子。对，因为安中路三段上面有两间学校，一间国小，一间国中，是，包含有很多公家单位都那边都在那边，所以那边的车流量相当的多啦。是，啊，其实近景做这种可能小朋友骑脚踏车，还是一挂中辈时代骑都要去有跋倒去，就头拄啊咱庄玉珠议员讲诶，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承担那个后果啦。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工程已经拖了一年多了，好，不然去年就要做了嘛。结果到今年已经要年中啊，都还没有动作啊。那个因为自来水公司它本身要去编列预算啦、啊。我知道啊，因为还要增加预算嘛，要去用这些管线嘛。是。啊，但是咱起雾这边嘛是爱赶要求啊，速度还是要快啊。好好，这个案件会再做。所以确切的时间是下个礼拜。下礼拜会进场开始做。下个礼拜开始做。对，那预计在六月底之前可以完成。确定。自来水公司的汰换管。OK， 因为这条路我相信已经很多人在欢迎啊。对，好，我们拿几单哇，可以把的一万嘛是做怎样的欢迎？好，所以拜托一下。我在追踪。OK， 好，谢谢。感谢李忠恒议员哈，啊，下一个发言李云正议员。迄、那个多谢主席哈，这主席有咧赶啦，这爱赶一下速度一下哈，有，嘿，有。迄、那个，你安尼讲了，我爱讲一下，因为哦。你主管啊，做这样代志啊，吼，啊，都啊，问遐侪人啊，拜托一下，吼，会当啦，吼。啊，好。伊种迄个，迄个局长吼，想讲，迄个咱即马，迄个头久啊，迄个我咧讲诶，想讲荷兰啦，吼，你咧讲鹿特丹嘛，吼。因为荷兰诶，即个国土吼。伊一半以上啦，伊是边海平面较低一公尺啦。啊，荷兰啊，荷兰上悬的山偌悬啊？应该是两百米左右。两百几尔嘛吼，啊两三百公尺尔嘛吼，所以荷兰的等于是一个平地嘛。所以今仔日台湾非常的悲哀啦吼，你讲一个安尼，咱的迄个三分之二是高山，而且佫是。啊，这个三千公尺的中央山脉，啊，庆年的时阵，咱伫全台湾做甲规个抽水站，啊，所以局长我是希望讲吼，因为即卖民进党嘛全面执政啊，我请教你吼，迄、那个像讲增加迄个唱片股的
这条排水沟开偌济钱啊？那是河川署做的嘛？哈，是嘿，呀，那条开偌济钱？伊土地征收是十亿，十亿，嘿，好，是，哈，啊，迄个工程费开偌济？工程差不多六亿多的。哦，啊，伫迄个倒一间风台来的好势啊？伊是迄个康瑞台风有刷新，康瑞台风嘛，啊，目前是拢已经修理好啊。对啦，啊，修理好吼，表示这是安尼嘛，表示这是脆弱的嘛，啊，你今仔日修理好的时阵，你即马来个另外一个风台来嘛，是得个去啊，啊，无可能讲另外一个风台来，所以另外是安尼要甲你讲这個呢。哦，你到尾啊，是不是讲遮的一挂公务人员的这个司法里头来调查？哈、嗯哦，你这个物件的，我透过我讲的，你是安怎？你要去甲做这种迄个暗门头的这个物件，足简单嘛，就利益的关系嘛。嗯，哈、哦，因为十外亿嘛，十六亿嘛，你也看像讲，我有当时啊，我想到真艰苦啦，有当咱要养两只狗啊。无几百万通去养两只狗啊，啊放较贵个鸡咯，安尼狗啊生甲一大堆乱乱说。啊，有当时啊，像讲咱迄安尼几啊十亿开套甲去，吼、嗯。所以就顶我，迄、那个吼、哦，要甲你讲就是讲、嗯，你像讲吼、哦，咱今仔日咱若无把握个工课，咱就毋通做。嗯、你亲像讲，咱咧设计一挂即个水利工程，吼、哦，即顾问公司。因为你顾问公司看这个实际咧做的这个工程公司啊，哈、哦，有当时啊，这个理念不一定会合啊。因为这个水的这个物件哈，这个是有当时啊有真大的落差，不是讲今仔日讲我画一个电脑，我今仔照图时间，我一件衫给你，你照图时间，不是啊。因为这个水的时阵，吼、哦，像讲你也要什么叫人什么，诶，当迄个迄落，吼、哦，这个电脑控制。哦，啊是讲什么款的一个服务，什么款的一个设备，吼、哦，因为这个是真精密的物件，嗯嗯，哦，是，啊，你应该你今仔你讲要设计的时阵，你得爱看实际施做的这个，有当时啊，你得拢爱会当倒的、抹倒的、哈倒的，起来安尼啦。是。结果的时阵，你即马你像讲这顾问公司来设计过的，即马有当时啊，咱这的厂商来做的这个中间，有当时啊，底下安尼验收，吼、哦。一大堆问题，一大堆意见，吼、哦，啊，唔是讲今仔日我会当做，我袂，我无甲你做咧，吼、哦，今仔是有当时啊，真侪工课真正是咱无法度通做咧，吼、哦，所以我讲即款的这个政府，咱要安怎来扶持咱遮的产业，会当予伊安尼啊，有一个讲水利即款的这个技术，吼、哦，应该咱今仔日咱政府咱有这个责任来帮忙遮的一个啊。咧做水利工课，即个一挂工厂，予因会当啊，来安尼加做政府的帮助，予因提升因的技术，敢、嗯、是安尼？是。但是有当时啊，咱为着要做政府的这个工课，有当时啊，着走路呢。吼、哦，人迄真本真钱，人开遐侪钱，吼、哦，有定敢是安尼？是。哦，所以啊，我咧讲，咱做任何的这个工课，咱着爱单纯化。你像讲，迄种排水沟，你甲开十六亿，哦，即马一个风台内面开始检验，结果迄个崩去，即马社会风风雨雨，哦，即个公务人员，你有当时也嘛无顾的咧，哦，所以我即马要讲的，就是讲，咱今仔日，咱有要予人做工课，咱要两针钱啊，予人赚，哈，咱有那袂使去讲安尼，甲人吼刁难。哦，有当时啊嘛，唔是讲恁讲刁难，有当时啊是因为恁这款的物件设计起来时，确实都有当时啊真侪有真侪这个问题咧，哦对无？好、哦，啊所以这咱就呐爱有这款的这个疤，哈、哦，你讲咱就爱有迄个卡针，卡人食迄个下药，啊那无咱就归去不如咱就卖做，恁若要做的时阵，咱就是爱互伊单纯化，好、哦，安尼恁公务人员嘛快活，人做的人咱嘛快活，好、哦，你今仔人做做的你也无钱啊，好、哦。是不是大家在搁底下艰苦坐挂？吼、哦，局、嗯、长、哦、是，哦，所以啊，你像讲咱这个蓄洪池啊，这款的观念真嘛唔对了，吼、哦，因为蓄洪池讲阿歹听咧，迄个无卡通大一边啊，讲蓄洪，你若讲做蓄洪池，你讲啊，咱做一个生态，嗯，啊，做一个景观，做一个公园，吼、
好啊，这个局长你也坐啦哈。是。这个像讲吼，咱有一挂这个排水、雨水哈。这个咱有哪得爱因为啊？哦，你像讲伫山内到底讲啊，这个水排袂出来哈，咧淹水。啊，当时啊，你讲连这个五级重灾区哈，当时啊，伫海墘啊这个所在啊咧淹水，啊，就足奇怪啊呢。哦，这个像迄个文南社区哈，南区。哦，因为哪呢？因为这个运河都在边啊，呢啊，吼，这含五期的同款啦。哦，这个叶科长，哦，这个叶科长有当时啊，吼，因为哪呢？咱做一个科长，咱唔通讲安尼啊，那阵啊讲我真牛啦，哦，因为咱都爱向一块土地学习啦。哦，有当时啊，咱一条狗啊，咱那个接不通的时阵，免开一万块，免开八千块，咱一个问题，咱就解决啦咧。有当时啊，你即马沙无涨的时阵，你无要去深入了解，你即马讲狗啊伤细条，你就搁甲做较大条。结果的时阵，你乌白甲做咧，哦，所以即马一个问题呢，哦，你像咱这个桥多歹人，你敢唔知影偌危险？因为咱咧道路的顶面全狗啊挂，吼、哦，这是足奇怪的咧。我去外国的时阵，我看讲，迄狗啊人逐条嘛暗狗啊。哦，你狗啊，你来通的时阵，靠人咧通狗啊咧，对无？哦，这个科长，哦，叶科长，哦，这个我希望讲吼、哦，你像讲迄、那个，哦，你若像讲迄个文南社区迄搭遐，哦，还是讲安平五期，因为迄个我隔壁尔嘛，哦，伊个这个运河就是伫边啊尔，哦，即款这个所在，你得爱去加，哦，讲看咱的这个狗啊，切狗。咱的这个排水，吼，咱有排落去运河无？因为我甲看看咧，话根本伊都无甲接不通啊，无甲接不通，遐水伫爱伫走，伫走的时阵，当然伊积水啊。我哪有这伫运河边咧积水咧淹水的咧，对无？吼、哦，迄个真正讲红菇的生虫啊，足奇怪啊！啊，科长，吼、哦，哎、欸，哦，你简单讲一下嘿。是我再给你报告一下，因为五期这个循环其实都已经做好了啦，啊、可能有问题，就是一挂联络系统啦。那这部分我们其实也跟公务局在合作了，我来把这联络系统再详细去检查，把它处理好。你像讲迄一天啦吼，咱干部局的同仁啦，啊，带去咧吼看迄个带民众欢迎吼，啊，咧看迄个迄落迄个排水沟。结果我去的时阵都安怎咧？哎、欸，带下骹带咧漏这个清气水啦。结果的时阵，我就赶紧联络自来水公司啊，因为即间咱地动有真侪，即个水管要破去啊。结果伊伫下骹咧漏，你若无讲掀起来看，你伫遐漏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足浪费的一个物件啊？哦，所以咱做一个公务人员，哦，咱一定绝对拢爱非常非常的即个斟酌，非常非常的细腻啦，哦。咱今仔咱就时时刻刻，咱就是讲，是安那这个所在淹水，是安那伫运河边、伫海边，是安那淹水，那有这款的这个问题，竟然的存在，哦，这个只拜托一下，吼、哦，有哪拢爱像你讲的讲，甲接不通，吼、哦，好啊，我迄、那个，就是我最后我甲干部局，吼、哦，我请教一下安尼，吼、哦，时间吼，要、哦，要，迄个，我叫副市长啦，吼、哦，我来甲你讲，迄、那个副市长就讲迄、那个。咱安平路啦，吼，因为安平路，咱的这个人行步道啦，就是讲中华西路到迄、那个啊望月桥，吼，咱靠近运河这个人行步道，吼，因为安那呢，因为我安尼个观察啦，吼，就是讲伫这个望月桥以西的这个安平路啦，吼，因为迄阵啊，咱就无甲这个人行步道加宽嘛，但是伫啊这个考市长的时阵，吼，迄阵你做干部局长咧，吼，你甲这个人行步道加宽咧，吼，结果的时阵，因为安尼怎？啊，这个车道缩小啊，吼、哦，啊，这个车无多人停啊，所以伊这个店面伊就无多像讲啊，望月桥以西遮，吼、哦，你若小可会当停车，当然人生意就加减会当做嘛、哦。所以这个所在根本交通危险，吼、哦，啊，而且这个伊个店面阁发展袂起来。哦、我即摆我是讲，是毋是会当甲恢复较矮嘞？吼、哦，像过去安尼，像西平安尼，局长，我、哦、你简单回答一下。研报告，局长，一点麦克，因为人本的环境基本上是要让人优先，不是要让车子优先，所以现在中央政府它规定每一条，哎，
就是讲即摆中央开始咱规定十二米以上的道路，拢爱做人行步道。哦，它是一个新的法令，就是其实道路是要人行的，伊的观念是安尼啦，是。那个李院，那个我有交科长讨论吼，会尽量去缩小他原来那个旁边的阻隔的东西吼，啊，希望能够把道路拓宽。你咧保护青龙海堤的地，啊，看咱缩较细个，缩较入去个。看可以不可以用比较轻型的，然后卖用个砖啊，迄落占的空间遐大啦。
啦吼，有咧起厝，吼老百姓大闹，即讲政府去咧拆老百姓的厝呢，吼对无局长？即、這个就讲以色列啦吼，以色列的时阵，因的厝拢政府起的呢，吼，还是讲因的即个厝拢政府的呢，吼，因的土地拢政府的呢，吼，但是安那呢，伊就是乎你带的起，吼，啊你立担保啊，即个啊租金立担保啊，即个费用，吼，啊你啊就讲咱咧土地遐尼贵啊。哦，啊你甲我百八年容积率，啊你讲较歹听咧，哦，这是人性的这个问题啦，哦，所以这个应该咱得爱吼，因为即卖尤其个民进党执政啦，哦，咱应该得爱来检讨这个容积率，吼，咱会当适度，吼，啊，安尼做一间设计，吼，建筑师做一间设计，啊，营造厂做一间施工。伊也袂讲，我今仔日啊起了啦，我搁再来搭一楼，我搁来搭两楼，吼，我搁来离间施工，嘿，啊这嘛足奇怪这个代志咧，哦，给你讲，我讲安尼有理也无理啊？这个违章已经不是法定的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啦。所以违章一般除非是妨碍公共安全、公共交通，那去拆的机会都不会大了，哦，只是把那做一个违章的查报而已啦。而基本上，检讨容积率能够增加，也是避免违章的一个方式啦。因为吼，这个有当时啊，我着即马我着讲，请问咱市政府遮的吼，咱干部局、干水利局啦，啊，恁家违章无啦？哦，啊，你讲这个时阵，你违章一楼嘛是违章啊，你违章两楼嘛违章啊，那有在讲违章一楼不要紧嘞？细看到这款的代志嘞？哦，咱咧讲做贼啦，你做小贼嘛贼啦，做大贼嘛贼啦咧。哦，所以有当时啊吼，咱的这个政府啊，我常在咧讲，咱要哪进步，咱这个国家要哪进步，咱要哪发展。然后的时候，你无要予伊适度的增加容积率，然后你开始开发一天平的这款的这个土地，哦，这个是唔对的啦吼。这个局长，我希望讲吼，你即马做副市长啊，即马咱嘛会当吼来检讨这款的一个政策，吼。好啊，最后啦吼，最后我搁。讲这个吼，像迄个局长，迄个咱的种树啊，哦，这个咱台湾呐吼，咱是福摩萨啦，咱是美丽岛啦，咱是青翠之岛啦，哦，但是安那呢？你看咱的行道树啊，种甲规个歪歌起错，吼，搭的搭，死的死，哦，啊，这实在是真无彩，哦，所以我希望讲，我常在看咱迄个干部大队，也是讲功课咱遮的。当然，有当时啊，我常在还没咧检讨，因为咱着种原生的树啊，着好嘛，吼、哦，咱爱种迄个本土的，吼、哦，迄、那个愈真的树啊，吼、哦，愈草真的树啊，伊着愈青翠嘛，吼、哦，伊着愈水嘛，吼、哦，生命咱伊着免你甲照顾嘛，啊，咱干那迷信讲要来种遐什么会开花的啦，遐个什么吼、哦、一寡，吼、哦，啊，咱过去咱嘛知影讲。这个树啊，这个树种的这个设计了嘛，白标啊，哦，所以种了就死了了去打去啊，打去那个布那个种不安那边哪有这钱通赚呐，哦，对不？所以有当时啊吼，咱不一定得爱去开大钱吼、哦，所以啊、这个吼，一、哦那个秘书长，吼、哦，一、那个局长，李局长，李局长，哦，当然恁即马你做副市长啦，吼、哦，主席，一个副市长，一个秘书长啦，吼、哦。因为我讲吼，咱唔是讲吼，你开大钱，啊，咱这个城市就会安怎？应该照你讲，这个是你政府若做了好事，人生意人人就来投资啦。吼，应该你是爱开路给人行，生意人来投资，凊彩嘛，几啊百个，几啊千亿啊，对无？你像我要甲恁讨一千八百万，然后当时啊，有咧无咧啊，对无？所以吼，咱政府咧做的，像讲这个绿化的这个物件。哦，我讲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无彩，吼、哦！咱今仔日咱若是甲这个行道树、甲这个公园、咱这个树啊，咱若是讲啊种这个本土的树啊种，咱规个起来，咱就是一个绿色的城市嘛，咱就是一个真水的城市嘛，足简单就是安尼尔嘛，吼、哦、对无？吼、哦！所以我希望讲啊，这个咱拢爱谦卑啦，吼、哦！唔通讲我册读真悬，啊，我官做真大。好、哦、啊你就看这个好感谢啊文先生那个向大卫报告、哦、今天的议程、哦、到此为止、哦、
今天非常感谢哈，各位同仁哈，公务局吴局长啊，水利局哈李局长，以及各科室哈主管以及媒体朋友，今天议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还有地震、都花相关业务报告已执行。明天上午9:30继续开会，散会。谢谢啊。